好，抱歉哈，那个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黄昭顺委员。哎，主席，我想请部长还有司法院的代表跟，法务部的代表。好，都上来。然后还有交通部早上有一位代表。好，那个都上来，来。好，谢谢。是交通部吗？那个交通部，电影那个是交通部，好好。那个陈玉文专门委员。我想哈，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等于是有一点点在文革，我觉得非常的好笑。而且不仅止于好笑，在民进党现在有这么多委员的时候，居然我们国民党才几个委员在台上讲话，他们还要在下面大吼大叫，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我想我做国民党的中常委已经将近有十次的时间，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其实我感触很多。我的感触是什么？我的感触是我没有想到国民党有这么多的党产会流到民进党那里，会流到亲民党，甚至于台联党。我在这里把2006年李登辉的新书里面的一段话，我想把它拿出来念一念哈。那个时候作者是周景文，也是应该是现在自由时报的总编还是什么哈。他说那里面怎么写？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必须要有胸襟，要给民进党奶水喝。所以他们以为李登辉讲讲就算了，结果分别跟许信良、施明德接触，然后李登辉在当时的国民党保守派里头他是少数，所以民进党就是一个非常好在外面的一个帮手。我觉得这非常好笑，我今天中午特别把它看了一下。然后我们还在2003年的7月，我们还发现说在选举的投票前10天，新兴民主基金会可以拿到1000万的经费给许信良，所以他可以办很多的活动。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陈水扁大爆料，他说2008年的大选，虽然我没有给你谢长廷竞选经费，但是你为什么不讲2002年高雄市长跟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我给你多少钱？我想从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很心酸。我们作为国民党的中常委，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的钱被这样子五鬼搬运。那今天我比较难过的是，我想我们提出任何的法案都可以讨论，但是这些法案必须要公正、透明、公开、合理。我们还记得319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提了一个法案，我们选输了，我们非常的愤怒，我们觉得319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要求真相委员会要调查。但是那个时候大法官会议也做了说明，也做了解释。我今天回过头来讲，包括大家在讲说救国团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甚至于讲什么妇联会也是我们的下游组织。我要请问，我今天我这里有名单，但是我不想拿出来，在民进党里面有多少议员跟多少委员是我们就曾经做过救国团的什么指导委员、副主任委员？难不成这些委员也是我们国民党的附属委员吗？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包括妇联会也一样，我要请问内政部长，要请问司法院跟法务部，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大家认为说妇联会的经费是不法所得，或者是不该所得，我们要用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处理？因为我了解妇联会现在是一个登记在内政部的一个政治团体，它在组织架构上来讲，我们看不出来它是国民党的一个底下的一个机构。那是财产，刚才我们早上也说过，
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有不当的党产，当然都应该要释法的处理。那例如说我刚才所提的，他们到选举的时候，我刚刚有讲哈，那个民主基金会，那个新兴民主基金会就可以有1000万的钱就搬进去。那这些钱跟那些选举的钱，你认为应该要去查清楚他们的用途吗？这个因为基金会啊，算是一个啊，看他成立的目的是由啊不同的部会来主管了、啊、哈。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打。是我们目前并没有，我们会有要求基金会。那我要请教一件事，当时2000年，陈水扁执政的那8年，行政院其实有成立一个什么小组，调查小组。是。你看过那个报告吗？我因为他是由财政部主导啊。那财政部今天有人来吗？是财政部主导的吗？是。还有一个监察院的报告，你看过了没有？你看过了没有？哎，没有，我大致上有知道。你没有看过，你大致上知道什么？他就是说啊，的确当时有一些政党的这个财产是啊不当取得，应该要返还，所以后来也做了一些处理。有做处理吗？我想请问法务部，行政院有要求法务部去处理吗？对不对？请 哪些单位去处理？报告委，那个行政院请法务部是带你一个草案，就是这样。带你草案？对。那有哪些单位去追讨？草案我们只是一个组成一个小组在讨论会议，就是在草拟草案的。至于有没有追讨，应该实际上有诉诸，有几个案子是有诉讼的。我想请问哪几个案子是、是经过哪一个单位去诉讼？应该都是交通部去诉讼交通部的嘛，是不是？是这样嘛，对不对？综合那后面那位交通部的代表，当时在行政院那时候是尤锡坤先生担任院长，成立一个党产处理小组。那是由财政部部长来召集处理政党不当取得的。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谁？那时候是，是林权林部长。是林权林部长。好，那当时大概经过几个部会去做好这件事，就透过几个部会去做这些追讨的动作。因为要诉讼的部分，主要我们有三大部分，我们国产署有负责2个案子。是有关接收日产戏院的一个新世界戏院，还有一个就台南中华日报的土地。中华日报还有哪几个案子？那交通部负责去提起这个诉讼的部分有5案，那就是板桥民族段。所以就中好，你等一下把那些详细资料都给我哈。我今天要讲的，后来今天早上有委员在追问你，交通部后来为什么那个案子没处理？他不让你回答，我让你回答。跟委员报告，其实在针对所有权归还的这一块，我们交通部都处理了。那是针对就是说板桥机是在我93，交通部依照行政院这样指示，这边提送93年以前，在这个板桥基地还有2块民族段的土地。那因为在我们提送之前已经移转第三人了，所以移转了，所以这个。那现在的进度呢？是现在的进度是因为我们经过那个律师的评估、分析，就是说移转第三人的这一块，我们是可以向中广公司来请求不当得利或损害赔或是侵权的一个损害赔偿，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年度会委托律师来提送，所以是这一块。我请你们还是尽快把这个，我想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啊，会希望这个案子是拖下去的。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必须要很快的厘清，很快的给我们大家一个公道。我们不认为说这个法案啊，每一次一到选举就变成民进党的提款机，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经费流到那么多的政党去，我们自己也觉得心痛。那我本席要在这里请问法务部跟司法院，以现行的法规来讲，现在他们，你看过监察院的报告，有关当时黄煌雄委员的调查吗？你看过了没有？报告委我是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法务部你看过吗？报告委，因为这跟司法院的部分比较没有关联，所以我们没有看过这份报告。你也没有看？是。那法务部也没看，司法院也没看，这个有一点奇怪呢。那八年，那财政部在做什么？不是财政部负责吗？你们有清查看过
那些所有调查的案件都进入司法了吗？有都进入吗？我想这个可能要分阶段来报告的。这个就是有提起诉讼的部分是经过专案小组或许政务委员召开多次会议协商的结果，有选择几个标的来提起诉讼的。你们为什么不全部一起诉讼？因为我想我想在党的立场，在我的立场，我们党团的立场非常的清楚。只要你们一进入诉讼，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再去提起任何要求诉讼的所有的法律的行为，我们全部都没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然后经过行政院，经过监察院，今天我不知道民进党又提了一个这个法案，而这个法案里头很清楚，本席要求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这是必要的要件。因为每一个政党所拿到的经费，在我们手里头所拿到的证据里面，很多都是从国民党拿去的。部长，你认为说，如果按照319当时的条例，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你认为说今天他们提的这几个案子是符合宪法的规定吗？我跟委员报告，其实当时啊，经过监察院的调查以后，那行政院成立了一个小组，那刚才讲有几个是去诉讼，但是也有啊相当多的数量是由国民党啊经过协商以后，以主动抛弃、主动拿出来的、主动提出来抛弃的有多少？有土地有56笔，房屋有6栋，那另外这个在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啊这个啊捐赠与公有的这个土地的回赠的土地也有74笔，还有建筑物有31栋。建筑物有31栋，你这些详细资料麻烦再给我们一份哈，好不好？那我先哈，那个财政部来。最新资料那个有各地方那个赠与国民党共有土地，国民党有完成回赠的部分哈，就是土地我修正更正为79笔啊，那建物是34栋，以上补充。34栋，好，那所以财政部我还是要请教，你那时候找的主要的重要标的的标准是什么？你们可能认为说，案子不够大，所以不想要去拿出来的大概有多少？这个当初是在经过那个陈副秘书长美玲那时候，陈副秘书长来邀集说大家是研商说，可能选几个比较有标杆型的标的哈，比较可以斗争的，是不是？去诉讼哈，但所以才会选择这个7个。所以我本席在这里要讲一句话：当司法如果沦为政治的打手跟工具的话，我想这是人民最悲哀的一件事。我最后要请教司法院跟这个法务部，你认为说把这个调查权弄到这个行政院行政单位去，或者弄到立法单位去，是合理的吗？对人民权益的保障是合理的吗？报告委员，那这个到底要不要放在一个？你看过319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吗？大概看过。对， 那本席再问你一次，好，你认为把我们调查权弄到行政单位去，或者弄到这个那个立法单位去，是合理的吗？这个恐怕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要送到大法官会议去解释吗？所以我想今天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如果今天民进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清算人民的财，清算一个政党的财产，同样的可以清算到人民的财产，我很严正的讲，我们很愿意，而且我们所有党籍的立委都不想要这些再继续当作民进党的提款机，也不愿意沦为他们政治斗争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要求内政部长跟财政部，我们请你们，如果当时监察院调查的跟行政院调查的，你刚才讲陈副秘书长主持的会议当中认为说不够，标的不够的，请你们主动送，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的
党产是公开是透明的，我们就够了。我再讲一次，你们整个司法如果沦为政治的打手，我想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权就会走回头路。以上，谢谢。好，这个我做说明一下哈，这个黄委员啊，民进党党团，来上来，马上说明了，马上。啊，我主席主持会议要尊重主席。好，刚刚你还在骂说下面在吵，你刚刚还在骂说下面在吵，对不对？啊，我就制止吴秉睿委员。那现在我在主持会议下面也不要乱吵啊，请尊重主席。陈部长，请尊重主席。啊，陈部长，你请上来。等一下，主席还没有叫你上去，请你要尊重主持的这个会议的一个进行啊，这个要维持会议的进行。刚刚赖世葆委员在发言，我就制止吴秉睿委员。那我希望说大家主持会心平气和啊，大家有大概轮到谁发言的时候，主席会做。刚刚我们就在等主席啊。好，那你，我现在请你发言。好，谢谢那个，陈部长，你请起来。陈部长。好，陈部长。还有这个财政部、司法那个法务部，来，都上来。好，主席还有陈部长，我们与会这个财政部以及法务部的代表哦，我想首先我还是先阐述一下哦，当然今天是有很多同仁提出说不当党产的处理哦，这个审查的一个法案哦，那我想。中华民国是国民党领导创建的，确实也是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党国合一的阶段那党产我想有其它历史的一个背景那民进党执政时，其实行政部门曾经全面性的清查国民党的党产，那民进党党籍的监察委员。当初包括黄煌雄，甚至于行政院那时候邱毅人，这个邱秘书长，这个也做过详细的调查，这个所谓不当党产全部都已经，做一个处理，那这个诉讼中的这些案件，国民党也都撤销上诉，那所以说，这个处理党产。国民党是尽最大的诚意，那今天大家把焦点当然都放在国民党的党产上面，要拿放大镜来检视国民党。那本席认为一套法律应该要放在四海皆准，否则这个盖瓜认定国民党党产全部都是不法取得，我想这是犹如大选后的一个政党清算。本席一定要先做阐述，先做说明。那正会种下冤冤相报这种的恶因。那过去民进党执政时，也是透过监察院的调查，已经对国民党的党产这个争议的财产提出一些诉讼的处理。那其实不需等另定特别法律即可以提出诉讼。所以说国民党。我们这一次党团里面有20几位成员啊，我们共同那天参加党团大会，共同联署一个，就是国民党要从谷底翻身，绝对不是靠党产，而是人民一点一滴的支持，没有人民做靠山，我想党产只是负债而已，那我们一点都毫不足惜。那目前国民党尽职，当然。我们看报章媒体，包括我们新管会有来做报告，一共166亿，当然其中有很多都是不动产。那扣除现任以及退休这些党工的退休金余款，我想我们党团一致决议，就是希望能够要求党中央全数来捐给这些公益团体甚至于一些弱势这个
来帮助一些年轻人等等。好，我想这是我们党团呐，大家的一致的立场。那现在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与法律的体系下，国民党所提出的政党财产监督条例这些草案，国民党主张本条例实施前各政党取得财产，经过主管机关内政部，认为有争议，至于这些部分呢、应移送这个监察院来调查之。那本席请问那个陈部长，你的看法呢？谢谢。我刚才在答询的时候也说到，对于不当的党产是应该做适度的处理，但是问题比较困难的就是怎么样来确定这个是不当。那这个过程还有应该由谁来这样的一个认定，同时在认定的过程中如果有争议，要寻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这个争议，是比较必须要特别关注的。刚才讲的就是说，将来党产是不是由内政部来认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不当，我想可能在我们的同仁来，虽然我已经即将离开，但是对我们同仁来讲，将来要处理这样的认定恐怕也会产生一些困难。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集思广益来想出一个好的方法。就现在的陈主任刚才所说的，其实大家对于所谓不当的党产，在没有政党法或者是所谓的不当党产条例之前，现在也都可以寻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那么如果我们要另立一个条例，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可是这个解决纷争的方法认定的程序、认定的机制，我想应该要特别的慎重。那部长我请问你，这个各部委首长，你们认为未来若真的要这个特别立法来处理各政党有争议的这些党产，那本法的主管机关应该是由哪个部会来主管？是行政院，还是内政部，还是财政部，还是法务部？您的看法？讲财产的问题，过去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有关财产的处理的部分是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是？是。那个财政部的代表，你的认为呢？我想这个相关这个法规的部分或法令的部分，我想主要主管机关可能是内政部了。那我们当然后续我们财政部当然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后续。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对不对？踢来踢去嘛，行政院、内政部、财政部还是法务部？法务部有没有代表来？你的看法呢？报告委员，有关政党的活动应该由政党的主管机关来做规范。活动当然是内政部嘛，但是这个里面的内容因为他当才要是有争议，是应该由哪个部会来主掌，来把它厘清。有争议的话，基本上在执行职务有争议的时候，应该有主管机关，又看他们。那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嘛，陈部长你的看法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将来我们尊重立法的结果。好，谢谢。我想国民党团在态度上，我们的主张是党产将来是归零当然其实我们不怕检视但是相对民进党也有党产，也必须要说明。尤其前总统这个陈水扁他我想在在任总统里面他也确实污了不少但是这个是否有捐给党务来使用，我想民进党在这个清查过程中也应该要说明这个国民党党产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已经做过一个充分的检视，那国民党也完全正面的回应，那现在还要进一步的将进出过往完全的摊在阳光下。若外界还有质疑，我想我们针对质疑的部分这个其实都可以去提告交司法这方面来检视。部长你的看法呢？其实现在的机制就是可以寻这一个司法的这个程序。所以说本席这个媒体问本席，本席就跟他讲，你要认为国民党哪一条是不法所得、非法取得，你都可以提告，提告最后法院会裁定嘛。
裁定今天不管是没收啦、这个没入啦、充公等等，我们都愿意接受。哦，甚至于我们党团还提出来说，我们二十几位，哦，几乎包括后续没有到的，他们也都认同，都认为说我们可以把所有哦该处理的全部都处理掉，因为现在变成是一个负债。哦，那我想这个我们愿意把它归零。所以说未来若特别立法，对一个政党有争议的党产，应该由哪个部位来调查？刚刚本席有特别提到，这个要是有争议的党产，应该是由哪个单位来调查？是法务部吗？还是内政部？其实刚才这个就是最难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早上在报告的时候也提到，其实现在的机制本来是可以透过法院的这个机制的，那现在如果由行政机关来调查，那这个是民进党啊，很多委员啊，希望在行政院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国民党党团是希望由监察院来调查。那我想这个都可以在啊后续条文讨论的时候，大家再来一起讨论。其实哈，国民党党版当然主张是希望哦，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由监察院这个来立案调查。对于其他委员的提案，则主张在行政院辖下成立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那个部长，你的看法呢？因为在行政院底下成立啊，我想客观性也会受到啊另外其他啊被调查的政党的质疑啦，这个也会有一些啊所谓公信力的问题嘛。那么监察院它是啊，这个独立于行政机关，但是监察院呢，他是不是愿意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也必须要跟监察院来协调。那我想，这个我基本上我没有太多的。部长，我再请教你哈，因为民进党前主席啊，哦，当然也是陈水扁前总统成立凯达格兰学校，本席认为凯达格兰学校就是民进党这个附随的组织，专门培养民进党的人才。那请问内政部？您了解凯达格兰学校的裁员从哪里来？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凯达格兰学校是否也接受国家不当资源的这些挹注？你说了解呢？这个我不了解，因为他啊，凯达格兰学校可能只是在啊政府机构登记的一个人民团体。因为毕竟哈，民进党曾经执政八年，再加上陈水扁过去的素行不良的记录，民进党的外围附随组织是我也一并应该要检视。我想这个是不是有利益输送等等，哦，其实我们还是打大问号。哦，那另外华务部就代表来，我想之前媒体啊，在总统参选过程，蔡英文女士在台南啊举行募款参会，那有支持者买了30张的这个50000块的餐票。那依政治现金法，如果每个人透过买餐票来捐款，上限最多是10万。那时间已经过了半年，那南检侦办何时会告一个段落，对外来刚公布？因为520马上到了，不要不了了之啊！你来做说明。报告委，因为这部分我没有资讯，我会回去跟我们长官报告。那哪时候给我们消息？就是最起码你要在最短时间里面来，一个礼拜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哦，一个礼拜哦。到底他侦查的怎么样，对不对？就是报告委员他目前进行的情况怎么样，我回去报告我们长官。给我书面，好不好？好，一个礼拜，谢谢。啊，这个我要提醒法务部啊，个案的侦查，哦，你可以跟委员报告吗？法务部可以介入个案的侦查吗？不行不行，你要跟国民党报告，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我要提醒你注意你的用言。哦，好，好。你给他一份这个法律后果，你自行负担呐。好，林立产，我提醒法务部要依法行政。好，啊，陈义杰，抱歉。主席，有请陈部长。好，那个部长，陈委员好。部长好，刚刚这样子，我想
到底，我想请问一下，是这个你的态度上的问题啦，因为好像民进党今天骂的也特别凶，然后国民党好像觉得说党产也不足以洗这样子，那看起来就是斗争清算。那我想亲民党应该比较有立场，可以站在这里问你的态度哦。那到底部长，你到底知不知道国民党的党产到底有多少？我所谓的知道的内容，就是他们一年一度报到内政部来报这个报备的这个财务报表。所以你知道就这样。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国民党的党产到底有多少？真实有多少？到底是几个人知道，还是到什么样的阶层人会知道？至少我不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他报给内政部的那个这个报表。那部长，你今天是国民党员吗？那今天针对这个议题，你来备询，你的角色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不会，我今天是以内政部部长的身份来备询。那全部的版本你都看过了没有？啊？就全部的啊，譬如说今天要审的民进党的七个版本，国民党自己提的一个版本，大致上看过，有没有仔细看啊？大致上知道他们的这个立论，他们的想法。那部长，你认为谁的版本，哪一个版本，讲起来是狠狠的给你打了？我觉得现在几个版本都在实务执行上都会有困难。实务执行上是有困难，都有困难。那因为这样问比较直接好了，到底有哪一些条款是让你有那个赶尽杀绝，还是被下毒手，还是自爱难行的感觉？我不用讲，你讲你用看过，我想要看看你的态度，跟你感觉怎样？我不会去说怎么赶尽杀绝，但是我刚早上也说过，如果是不当的财产，就应该做适度的处理。这个态度，就内政部是政党的主管机关来讲，我们没有改变。但是在立法上来讲，我们希望一个法是能够公平平等，还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状况，因为这个是比较少例。那么大概我们也希望所有立出来的法将来能够实务上可行。所以部长这样听下来，你觉得就是目前的七个版本跟你们国民党自己提出来一个版本，其实都比较自案难行哦。我觉得在实务上来讲，都有相当难度的这个地方。所以有哪些条款你觉得可以做的，还是说未来是可以支持？虽然你520就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说过，目前对于所谓的不当党产到底是不是不当，那么事实上可以寻司法途径来解决。过去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也曾经成立委员会来处理，也处理的有一部分的程度。但是现在如果还认为有哪些不当，它是可以寻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所以目前七个版本加上你们自己国民党的版本，你都觉得自案难行。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哦？因为你今天光看这几个省的版本，就是说你不单单你们只写了七页啦，件数差很多，页数也差很多，感觉好像国民党针对自己党产处理没有诚意，好是还是要准备要弃守，任人宰割。有没有那么觉得这种感觉？你都觉得自案难行了，然后接下来我看你们态度也消极。国民党对于未来的党产的管理，他提出的他的看法，对于什么叫不当，他主张是以给监察院去做调查处理。那么我讲的所谓自案难行，大概都是在所谓当与不当的认定跟处理这一块，我觉得都不管哪一个版本，在这实务上来讲，的确是应该再进一步讨论。其实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哦？因为部长你一直在提说不当党产，你就觉得应该要处理。可是这个态度好像是这样子，因为亲民党的立场应该算是比较公正的。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说要清算你们，还是要跟你们斗争啊。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对亲民党好过了，但是我们是算比较有情有义。我们认为呢，亲民党其实并没有要清算国民党。但是对于国民党自己主张所谓合法的党产，因为你一直讲不当不当不当，那什么叫做不当，什么叫做合法的党产，这个你可以就是说明一下嘛，你怎么认定？所谓不当的党产，我想顾名思义就是它来源可能是国家的，或者是不当的方式来取得吧。那我想过去的确从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也有部分的党产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从国家的资产取得，那这一部分国民党透过协议，或者是有一些赠送的政府对国民党提赠送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也都有一部分的大部分都已经获得解决。
那这样，部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国民党的合法的党产比较多，还是不当的党产比较多？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就不知道他的党产是什么，是哪些内容，实质的内容。对，那就依你啊，你来看看，你是国民党员，然后。国民党员并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有后续，你不用这么惊弓之鸟。与三民外的联盟，你拿合法的话，你们自己要提起来这个举证，说这个裁员也好，或者是这个党产是合法的、啊。如果他今天是合法，是国民党的党产，而且来源也很清楚，你们应该要守着你们的党产啊。这个你认不认同？不是你，因为你应该讲国民党了、就是。我今天来的身份是内政部部长。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认为这样子的说法认不认同吗？就说今天应该自己要来举证，说哪一些的裁员是，应该说哪一些党产是合法的。但是一般来讲哈，我想要控诉对方有一个有不当的行为来讲，通常是啊，控诉的一方是要负举证的责任的。那所以如果合法的话，你不是就应该要好好的守护着吗？如果是不当的话，你今天就应该归于国产嘛。所以国民党的态度，刚才林德虎委员和几位委员他也是讲说，如果是不当的，当然他们都不要嘛。但他本来也不能要了，其实也不能要了，其实。但是如果是合法的，你觉得就应该要好好的留下来，而且要说明清楚嘛。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嘛。我今天不论你是，就是因为你是内政部长，所以我要的是你的态度啊。对，我从合法的当然是要具体的主张，但是至于说他合法的财产将来他要怎么处理，那是另外他的事。所以就像我刚提的嘛，不论国民党未来你是要捐赠也捐给捐也好啦，或者是说党员要分钱也好，其实这都是国民党的家务。不是哦，新民党是给予尊重，但是对于拿不出证据证明的部分，对不对？觉得属于国产的部分就应该归还给国库，归还于人民，这个你认不认同？我刚才说过，所谓的拿不出证明来说自己是合法的，那就说是不合法。那我想这种的方式，大概一般来讲不会对自己提出对自己不利的这个证据吧。啊，安尼听起来，刚刚恁这讲起来拢是合法的啊。我的意思，你无听清楚，你没有听清楚我问，你要控诉对方，你应该举出举证嘛，一般这是对嘛。所以当你举不出来这一些党产是党产不等不合法的，不合这样讲嘛，对吧？应该举证说他是不合法的。对，那如没有，你不是要人家来替你举证，就是、说你自己要举证说这些是合法的。我想这个要求，这个是我们的立场、啊。这一般来讲，这种要求大概我站在一个我们一个从法律面来讲，所以我才问你赞不赞成嘛，不会。不会是要求一个人，譬如说我说你有没有考试作弊，那你自己说我还要先去收集资料。不是部长，我刚刚安内你就有点太过了。我的意思说，你今天我觉得今天要求你们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合法的，你就提出相对的一个裁员的证明也好，或者说这个党产就不等于国产的这个证明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做的、啊。那如果这些都是国产，你本来还给国库或者还权于民，这个也很正常啊。为什么这个？不是、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嘛，人家控诉你说你这个作弊，那你说我要对方要去举证说我讲的就是公平的程序，就是公平正义上的一个框架下嘛，你不能说都还没有讨论，你有干嘛冷一点给你海洗啊？那有这心态嘛？被指控的那一方会很忙哎、欸。所以我觉得你讲这句话，而且不敢表态，就不是内政部长的高度了。好、啊，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哦，对于166亿的党产呐、啊。你在内政部的这些日子有没有接触过所谓国民党党产的一个相关资讯？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2006年以后，政党必须向内政部申报财务状况嘛，就像您刚刚说的。那到底这个公信力在不在，还是只是形式上的一个形式主义？我们这个各政党这个来报备的这个啊，他的这个会计报表都经过会计师签证。那所以他是形式，还是你也觉得他具有公信力？我们在啊这个对政党所申报的这个啊这个资产负债负啊这个资产啊负债表啊，大概是我们以尊重，我们不会特别去查查。所以你觉得他是所有政党都如此？所以你觉得他是具有公信力的？是。那这样子申报反而好像变成政府认证国民党做假账，这听起来怪怪没有，每一个政党都如此，包括亲民党也如此。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是有形，不是只有形式而已。你也认为它是有公信力存在的？不是，它就是报备吧，备查。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举例来说啦，我们去看你144笔土地账面价是6亿，房屋131笔账面市值4亿，然后中投呢再加上新育台的，这就是现在所谓166亿的由来啦。
好，那部长，你觉得这个数字，就撇开你说你今天在这里被询是内政部长，不是国民党员的身份，就一个内政部长的尝试，你相不相信这样的一个数字？我没有判断，没有办法判断。你没有办法判断。因为我又不知道国民党有多少财产，他到底瞎讲的是不是还有其他，或者是少于这个，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完全没有办法判断。没有办法判断。你这句话答案就出来了，因为如果这166亿，然后再扣掉党工的退职金18%这些准备金，最后可能可以还财于民的金额好像只有到20到30亿，你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你什么都不清楚？啊、他还申报内政部，我怎么会清楚？对啊，你这个转型正义，这你内政部。不是部长的，对啊，我就好像我也没有不会了解清明党有多少财产一样嘛。我们不要说内政部长的高度或角色这样子啦，就说你剩只剩20到30亿，然后呢，这就是所谓大家喊，就说国民党说啊要捐出来也好，要做什么公益也好，不管这都都给予尊重。可是这样的转型正义是党产归零的结果吗？为什么这样问？就到时候520卸任之后，你已经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了。那如果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你可不可以接受？站在一个党员或者是老百姓的角度，那国民党愿意把这个财产啊捐出来，这个啊捐给公益，我想这个是好事情，好事情。所以就是你觉得他只要捐成公益，然后什么事都没有了，是这样吗？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情嘛。就是其他的是不当党产，什么都不需要，都不需要解释。其实为什么这样讲？其实不当党产条例，其实对国民党来说，你们都觉得是清算啊。其实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其实这是给国民党一个重生的机会啊。你认不认同？我觉得我刚才讲过，对于不当党产，因为国民党永远都要把这个魔戒丢到火山啊。对，我觉得站在这个政党的主管机关来讲，任何一个党都应该财产啊，都应该透明，取之有道，取之合法。那这个不应该只是说国民党应该如此，我想所有政党甚至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应该如此。因为国民党从小从上到下选后都要喊要丢魔戒，对不对？就说啊，最好我们全部都把它处置掉，然后做公益。可是呢，好像要逼着其他政党让你们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可是看不出来你们的诚意，或者是他们到底有没有过去。包括你今天是内政部长的一个高度或角色在这里被询，我觉得你答案也是不是，因为你问的问题都是国民党要答的问题，不是不是。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我问的就是站在你一个内政部长的态度嘛。我今天内政部长的态度就是态度上的问题呀。内政部长的态度很简单，所有的政党的财务应该透明。要取之合法，有不当的党产应该适度处理。那我也希望亲民党立场很简单，内政部长也可以支持，就是国民党应该自动举证哪一些党产是合法的而非国产，好不好？了解。接下来林立常委员。主席，有请陈部长。主席，有请陈部长。林委员好。陈部长好。其实今天我们排审的那个党产条例相关法案嘛，总共有7条。其实这是高政治议题的法案，那外界也非常关注立法院的战况啦。那等着看民进党如何出招，国民党又如何接招啦。其实本席相信啦，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在即，蔡英文主席应该不希望新国会新政府上任立即就演变成朝野对立的局面，更不会想要把转型正义无限上纲的成为政治的追杀。部长您认同吗？是。好，那其实政党我们的政党条例除了国民党版的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外，我们政党法草案比较有相关联，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不当党产，其实在立法目的都是为了追讨国民党的党产，其实不仅针对性是非常明显，在立法部分条文法学上都有一些争议啦。那本席也建议进入逐条审查之前，是否主委可以办
立法院应该要先办一个公听会，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作为我们党产条例的立法参考啦。那国民党党产有多少？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不知道。那其实，在以前的威权时代啦，很多事情都缺乏很多的法律规范，制度面不完备。部长，您觉得是吗？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那然而现在时代真的是该不同了啦，时代不一样了。那现在的时代就民主、人权、法治这三种价值观已经是我们台湾社会的基本信念，您认同吗？是的。对，那立场认为说，为了顺应新时代嘛，我们应该要接受外界及民意的检验。那国民党自己要转型正义，我们的党产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包袱，那常常成为外界批评国民党的理由，对政党形象真的伤很大。部长，您认同吗？是的。对，那本席知道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会护航党产嘛，那国民党的立委一定不愿意追讨党产嘛。其实大家也看到，上星期国民党的党团已经对外公布决议嘛，要求党中央积极的回应民意，把党产扣除党工退休金以后全数捐出来，然后呢到公益团体跟政府，用于青年的训练跟照顾弱势家庭。部长，您觉得这样的决议对于国民党来讲，会不会党产争议会不会有帮助啊？这个因为是国民党的事情，但是我刚才也说过，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愿意把他的财产捐出来做公益，站在政党的主管机关来讲，我们都觉得是好事情。好，其实20年来台湾民族发展已经在亚洲其实首屈一指啦，可以说这样啦。可是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却在亚洲已经落后一大截了啦。那台湾主要转型正义不仅在学术界的研究课题而已，也是在亚洲其他国家参考的指标。本席认为啦，不管任何政党应该要守法，这是我们民主国家基本的原则。不晓得部长您认同吗？对，这也是我们基本的原则，大家每一个政党都应该守法。好，那可能后面有几个问题再请教部长，就是在法治面上来看，目前政党相关的法律都不完备。其实几十年来，我们只有我们的人民团体法，可是人民团体法就有一点松散，规范比较松散啊。那在记得在十几年前，就在89年的时候，曾经提出官方版的政党法草案，不晓得部长知道吗？现在已经105年了。我们内政部在89年就曾经开始几度的把政党法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可惜都没有完成审议，都借题不送审，不续审。那么现在的这个政党法草案，我们已经又送到立法院来，我非常的期盼这个朝野能够就政党法的部分呢，能够加以审查。那将来我们在政党的规范上，不管是财产或者其他方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律来做规范，对政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朝野缺乏共识嘛？那本席也注意到了许多政治人物、政党或派系都成立了基金会，请问部长，内政部有没有统计到这个数字？目前政党或政治人物成立的基金会到底有多少个？那基金会有多少资产？您知道吗？我们没有特别统计。哦，那所以基金会就不用统计喽？因为他这个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以现在的这个法系来讲，它是一个基金会，就是一个社会的团体，对啊，它并不是跟政党之间并没有特别的连结，所以也就分属由各个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按他成立基金会的目的，由来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主管。所以您说的是这些基金会的财务状况透明吗？内政部也没办法去监督和管理咯。
现在是由各墓地事业主管机关来管理。那墓地主管机关是？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啊，对人民团体都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只要求他在每年要把这个他的财务报表、会计报表送到主管机关来备查。哦，好，那立产还有一个问题再请教部长，就政党或政治人物设立了基金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收受外界的占那个捐款，还帮忙政党或候选人办活动啦，拟定政策。请问部长，这些基金会的活动其实跟政党有很大的相关，如此一来，它算不算基金会，算不算政党的一部分呢？您讲得很好，其实将来在政党法讨论的时候，对于烈士将来以政治目的的这个基金会是不是也纳入在政党法里面来规划，我想这是可以大家来讨论的。感谢部长。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部长了，因为我也注意到了，除了政党法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财团法人法的草案，也在立法院躺了十几年了，相信部长也很清楚。那不管部长您觉得人团法的草案目前在我们对于基金会的管理面向比较松、比较宽松嘛？那请问部长，您有什么想法？财团法人法是由法务部来拟定的，那么人民团体法是内政部。那么过去人团法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采核准制，但是我们希望改成报备制。但是我们重点在怎么样加强这个社团之间，他们彼此的这个相互合作，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往这个方向来做。好。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社团要规范他的财务要公开，接受征信的这个要接受征信。好，那法务部是要补充吗？没有了哈。好 ，OK。那其实本席对这方面就很多的好奇啦。那也本席强调，国民党应该就党产问题给社会大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其实党产是国民党就是不得逃避的课题啦，否则永远都会被质疑、被攻击。但是深化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是我们只是处理国民党的党产是不够的。其实党产争议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可是转型正义除了真相还原以外，也要预防相同的问题再度发生。那部长您可以认同吗？就是除了真相还原以外，也要预防相同的问题再度发生。20年来台湾的民族发展已经是亚洲第一了，那可是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却是落后人家一大截。所以呢，我们还要在内斗内耗下去吗？部长您觉得呢？我想您说得非常好，其实转型正义就是要了解过去的真相，这些有错误的要改正，那预防未来还有烈士的这个错误发生。好，那本席也就是公开呼吁啊，如果真正的为台湾好，我们第九届的立法委员就应该要尽速订定政党法跟财团法人法，才能弥补我们目前法制上的缺漏啦。不晓部长您认同吗？非常赞成，就是我们要建构我们未来的。那再拜托部长，是，谢谢。好，接下来柯建铭委员。主席、各委员同仁，请陈部长。好，陈部长。各位好。你好。你今天来这里被询一定很痛苦啊。你反正你这个位置都解不瓦固啊，啊底下叶峰哈，到时候也不是你能够你能够主导，乃至于你今天所有谈话要很真实讲也很困难啊。我今天我们这里要谈一个比较就是说，从历史纵轴来看待一些事情啊，从魏晋时代乃至到今天，事实上政党的对立哈一直存在的。那好不容易今天整个要在政权移转了，我来回顾一下看看，过去在戒严时期有几项都是说大家一直对立的。
当然不让党产，这是一个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这个是长期以来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处理，而且是最困难。那当然还有教官退出校园，你知道教官退出校园已经明定了，八年内退出了，那今年大概只剩下六年多而已哈。合适的问题现在封存的，当然最要如何废除是一个问题哈。另外一个党政经推出媒体，所以中国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一路这样一路走来啊，行政问题无解决啊，那党看到国民党立法委员，就是说好、哦、没有关系，然后党产要怎么处理都可以面对。那像另外一面，他就说民进党在追杀，在清算国民党，来自于。好，今天早上不管国民党党鞭也罢，哈，所有的发言哈，都一直站在很愤怒不平，认为民进党来追杀。其实持平的问哈，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面对很多问题。党产问题在处理哈，我们大家不是只有台湾才有啦，东西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对移动的不让党产。也有他们也有转型争议的问题，世界上对于转型争议很多。今天我们应该放在整个转型争议，整个国家要如何面对历史哈，历史冲突，让国家能够恢复到正常。现在这是要救国民党的啊，这样国民党救是民进党一边个清算，其实一定要跳脱哦。国民党一方面这样讲，一方面就是说民进党在清算。其实今天这个法案。是有历史啊，历史责任以及整个国家外恢复到一个啊，一个未来政党竞争上面，包括最重要是转型正义的。转型正义，其实我们不是把转型正义界定在东西党产追讨，你同意吧？是，我同意，就是说，其实当然刚才有很多委员提到，包括国民党的党员，其实他们对于。啊、不当的党产应该处理，他们并没有反对，他们只是说怎么样。然后前面反对，看他们提案的啊，党产处理监督条例，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反对嘛。那看起来就是党产不归还条例啊。他的协议法你要很清楚，包括赋税组织也不追讨啊，是吧？还有主管机关放在内政部啊，内政部有争议又到监察院，他们知道监察院是国民党控制啊。包括对于这个不让党产追讨是通过以后两年要起诉嘛，要去追讨，所以持平的论，国民党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哦，他这是党产哈、哦、不追讨条例，一下起安的啊，这怎么是国民党？国民党现在是整个逻辑的是错乱，他还没完全清开，其实这是要救国民党呀、啊，国民党像现在党主席选举，每一个党，哦，像这陈杰生他们讲说，啊、哦，不是国民党就还掉，那事实上国民党党板。你看看他的党本怎么写，他怎么这样还呢？这当然不归还条例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说，要从转型正义的角度来看，这个转型正义里面包括什么？当然包括有关于这个真相还原，这是联合国规定的，很清楚。包括赔偿啊、哦、赔偿的问题，包括制度变革，不当当然只是一部分，所以本席认为。整个我们要从转型正义的架构来看待，然后各党平心静气来面对这历史的问题。那当然，那个里面包括政治档案的开放、哦、包括威权遗弃的清除，这很重要。好，包括威权遗弃的清除，包括司法不公的恢复，然后党产，安尼规套唔到讲是转型正义。所以今天我认为。不应该大家 focus 工直接，我们绝对没有那个思维、哦、我在这里代表民进党党团，我们绝对不是只有那种思维，像国民党讲的那种思维，是刚刚被改成东山，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本期在这里要谈一个，就是说，既然这样的情况底下，国民党工这个转型争议，这个党产的问题，各党都要一致，我们没有意见，没意见，哦、好像我们民进党要讲。民进党绝对不怕任何挑战的，所以他一直在讲说，那啊，民进党买情况买，我要进啊，哦，都可以来面对的。第一个，这个一定要来面对。第二个哈、哦，有关于这个哈、哦，现在比较重要就是说，我讲了半天，两党版本差异性很大，
差异很大。上重要是什么？上重要哪讲哪卖的问题嘛？就现在在哪讲哪卖啊？啊，所以这个真正大家要处理一个条文，最重要就是说，啊、哦，刑事扣押，没在卖，啊、哦，那把它全部冻结起来的话，我想大家就可以冷静来好好谈。否则的话，彼此中间充满不信任嘛。那你说我要转型正义，他说你是在清算我们，那边谈边这个法律这个法案要通过，以目前这样大家的氛围啊，这个只能好好谈的，不是那么简单。我希望，哦，我们希望说这一次整个政权移转以后，我们应该追求一个就是国家大和解的观念，大家来和和共，大家坐下好好谈没有关系，把整个转型正义整套讲清楚，要不要成立转型正义委员会？包括当场应该怎么处理？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像东德西德一样，这样才有可能来解决。否则的话，你换呀，蓝绿对立啊，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呼吁国民党哈，不要再顽强抵抗啊！我们希望这个转型正，这个是放在转型正义的一部分。那这样的情况底下，照可能甚至来开公听会拢不要紧。整个大家来面对这个历史，《无间道》，你看几部有个电影叫《无间道》，里面有一句话：“江湖的事情该还还是要还的。”国民党从这些哈，这些不当的党产哈，要去还掉，不要被民进党。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以后，我们都是靠这个国民党不当党产当做选举的提款机，这个也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你今天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反正你面对所有质询的，你都没有任何权利决定。但是呢，你的报告书里面写出来，事实上你也是在抵抗的。啊，你要用正当法，没有抵抗，没有抵抗啊！你要用正当法，或还有什么叫做不当党产定义等等，这些应该用国家的高度、国家的管道了，来从转型正义的面向来看待不当党产只是一部分。我相信啊，国民党有志之士，他也认为这个已经让国民党哈，搞到今天整个国民党政权交出去一个很重要因素。所以这样子角度来看，这几边帮助国民党站起来，让整个政党竞争上面，我们不要再占这种便宜。这样的时候，国家比较能够平复了。所以我跟他看赖世葆，我看他的那种发言哈，那情绪，包括很多国民党发言的情绪啊，根本他的方向都搞错了。你民都没来听，要清算你们不是？我在这里谈真正的。代表民党党团在这里讲，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原意，也不是说转型正义被人家窄化变成只要清理国民党党产，这一点我一定要言明在先。这代表民党党团在这里在谈这个事情哈，重点要哈，包括今天我们在司法委员会也谈到这个刑事诉讼法有关于哈保全扣押的问题啊，只要国民党讲了一句话。在所有的转型正义、在所有党产处理上面，我们敞开心胸，从此不卖任何党产。然后田凯，我想大家都，这个事情大家都就好谈了。只要国民党讲一套，这个法案也是一套，这样永无宁日啊！你的看法怎么样？敢重去调头，想重去调他进来。我不能替国民党讲话了，但是啊，其实你嘛。国民党政务官啊，你是相当高的层次啊！你讲你良心话就好，反正你要离开，我们国民党也不会啊。你们但是啊，没有什么官可做不做的问题。刚才想过就是说，你用你一个哈、哦、政务官的高度上来谈，眼看国民党如此的败亡的时候，你应该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赞成说，国民党应该面对这一个大家一直质疑的不当党产的问题，应该正面的面对。把有争议的财产，你有没有赞成国民党就让政治宣布，所有党产权人不处理？我们等到这个法通过，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你赞成这样吗？我不能替他讲，为什么？他说不定现在马上跑三点半，也不一定。以你的高度的立场上，你参议的第三者也罢了。你管安有德，你这样的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做如此的宣示？这个应该请问这个。
赖世宝、马英九，不是、啊、国民党的代理党主席，或者是国民党在代理党主席，我想那个作用度是不大的哈。好、啊，这是比较重要，不然的话，我们立完来立先立一个法，啊啊、不当党产紧急处分条例、啊，全部是保全扣押，这样就比较大家能冷静下来。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我想你讲的话，他们一定有听到，他们会去评量吧。我因为我不能替他做回答，因为我不是党工，没有负责这一件事情。你是国民党栽培的，哦，国民党政务官啊，你应该救国民党啊。因为哦，这坦白讲哈、哦，这些东西我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观念上要调整一下，哦，要整个从哈、哦、从这个党产存在。一定是国民党卖的嘛，国民党大家嘛知影，但是他今天他一直在抵抗啊。那立法院，我一直希望说，立法院这一届开始能够追求一个对话代替对抗的时代，那种朝野大和解，好好来面对所有问题，包括转型正义。所以不要 focus 在这一边，转型正义包括党产的问题，我相信啊，联合国也在看待，联合国在看待，他们的人权专家但也一直在。追这个问题到底转型正义不让党产到底台湾的处理程度，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还在搞这个问题的，让台湾算非常严重。所以本席在这里要谈的就是说，我很希望朝野大家冷静下来，面对所有大面向历史好历史的症结，一起来面对，这样才是有可能在这个会期里面。把这个党产乃至转型正义，大家还好好来谈。我也建议主席也可以开公听会，都没有关系。请外面所有些专家大家来谈嘛，对吧？我在这层次在这里表示，民进党绝对不是站在一个哈、哦、要清算国民党的立场上，我们追求历史的高度，好不好？好，接下来赖瑞龙委员。我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的巡打、哦、我们会议的时间是到5:30、哦、那因为巡打还没有结束，那所以临时提案，我们在下次的巡打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哦、來好，谢谢主席，是不是请部长？来，部长。部长你好，嘿，你好。我想今天除了这个党产以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先跟你聊一下哈。那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异化的部分的资讯有上网，所以很多人马上就很关心了啦哈。早上几个大报大概在头版也都做了哈。那我们也很关心啦，因为在我们的选区里面有都很多面临异化的一些问题啦哈。那中午正式上线之后，听说马上挤爆了啦哈，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看得到。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哦、那个如果你是属于高度土壤异化浅市区内的话，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如果住在那里的市民啊，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打电话啊，这个向专家征询，因为他可以啊进一步来解答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哪些人需要最先担心？啊，一般来讲是比较啊这个啊。如果你是高层的建筑，它本身地下室已经有挖过3层楼了，这个你根本不必去担心。那么，如果你是在九二以后，我们建筑法规啊，这个以后再盖的房子，你也不必担心。那么，如果你是啊，这个3层楼到5层楼以上的这个房子，那可能部长，对你们有一个啦，你们网站上也提到了，有个 QA 请您无需过度担心了哈，啊，但。虽然这样讲了，不需要过度担心，但是我想今天大家都很关心啦，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资讯这样的正式公开，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那里面提到的当然有，第一个当然是不要发生大地震，这个当然我们没办法预期了。那另外有提到的5种状况，刚刚部长大家有提到了，大家其实主要就归纳在2种，一种就是88年后的房子相对都比较安全一点，大概就是这17年内盖的房子大概相对是比较安全，比较没有问题，新的标准了、啊、那另外一个大概我认为都同类型的啦，就是地基的部分打得比较稳固，不管是有地下3层或者有打桩，
对，这比较基础的。对，嘿，这些大概是比较安全哦。如果在红色，对，红色区域内，那我想问的是，如果刚好就坐落在这样的，它又在红色，同时又在这五种的之外的，你有什么建议？他们应该怎么做？那我们有这个补助啊，可以来做建老屋的建检。那么这个可以申请这样的补助啊，来做建检。那我也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这个地址的资料，我想今天地调所也做说明。因为我们钻孔的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每一块基地的这个地质状况其实差异性蛮大的，所以大家所以说，因为这个是2.5万分之1的比例了哈，我们将来还要再做更细的嘛。其实那个比例尺不是问题了，是钻孔的密度了。那所以这个中央还在协助地方政府来做更多的来做了哈。像红区的部分，我们就优先来补助地方政府。预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来进行？哎，我们这个礼拜4的宴会，我们会提一个啊，这个经费。那部里面预定要抓多少额度出来做这件事情啊？预定抓多少额度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总共的经费是300多亿吧？啊，包括老屋建检，包括这一个示范区，还有整个这个。我今天看那个院后的那个发言人记者会，好像是说各提20亿啦，那显然不止哈。那个是老屋那20亿，那个是3年内要做建检的部分，大概。所以部里面准备了300亿来准备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有6年的计划，大概啊400亿这样的。400亿了哈。6年的计划。好，那请部长了，虽然你的任期的时间有限，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对，这个我们还是把这个计划定下来。哦，我们希望能够优先来处理，特别是在比较高风险、高危险这个区域，能优先来处理了哈，是避免下次发生大的地震的时候有造成任何的一些伤亡。是，好，那谢谢部长。那接下来我来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的党产的部分了哈。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了哈，你认为现在还有国民党还有多少不当党产没有归还？你认为都归还了吗？这个。国民党有多少党产？我们他申报有166亿的这个资产，但是里面有没有所谓不当党产，我没有办法答。你认为呢？就您作为一个政党跟团体的最高主管机关，我没有办法答复是不是有。好，我来看下一个资料了哈。那个财政部哈，这之前财政部资料了哈，他在整个做的时候，在民党执政时期的时候哈，返还地方政府的部分不动产哈，超过80%了哈，但是。在于返还国库的部分不动产还没有达到10%呢、啊、哈，然后在1998年之后哈，整个政党轮替之后啦，国民党执政之后，整个就把它停止运作了哈，然后同时也在1998年的时候全部把相关的停止适用，好，所以我不知道部长对这事情的看法呢，国民党政府对于党产的归还的部分有展现了该作为的诚意吗？依照我的了解。当时行政院有一个啊，这个刚才财政部的啊国库啊这个啊这个财产署的副署长也说明，当时财政部控财政部说还有超过只有不到10%归还，所以表示要将近90%没有归还，这是财政部的报告资料。部长，您对于作为一个政党的最高主管机关，您对于财政部这样的报告资料，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国民党有归还了吗？因为这一部分是财政部的权责。你认同财政部这样的报告的意见吗？我没有特别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部长您现在是内政部的部长，你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而已，你也是内政部的部长。我觉得你应该站在更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表达你的意见。没有错。好，部长，我认为您这样的态度让我觉得，不像是一个内政部的部长了。我们来接下来看你今天的做的报告了。你说政党如果取得争议财产的处理有争议的时候，可以不用另定法律啦，提起诉讼来处理。早上有很多委员提到了台北新世界的这个总共5家戏院的部分了，在102年败诉之后，到了104年，财政部直接就把它全部给结案归停掉了。这样的财政部，这样的行政院，怎么让大家有信心？这样的司法状况怎么大家有信心？如果这个是可行的话，诉讼是有办法来追讨这些党产的话，那又何必？其实难道有信心吗？其实你早上啊，我听到了这个财政部的报告里面呢、啊，不管是啊财政部或者是啊教育部或者是交通部，他们透过诉讼也都取回了财产。有很多其实并没有取得的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一块的信心这种不足的哈。好吧。部长，你也有提到法律不溯于既往这个原则了哈。今天也很多人提到了，
如果法律不受既往的保护的部分的话，如果当然它是一个原则啦，但是如果照这样的原则的话，大概所有的党产都不用追讨了啦，因为所有的大概早就 能跑的能走的早就走掉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如果要转型正义要能够落实，它一定是要用一个比较特例的状况去处理。部长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我看你的报告早上的写法，因为在既然定了一个条例，我想这些都在条例里面逐条讨论。所以部长同意，其实如果有特殊需要的时候，订定条例来处理的话，您是支持的。当然，当然，当然。哦、我想、哦、那这部长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至少跟原先。我们讲的是要对。部长，我还希望您的站的角度不是是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的部长，政党的最高主管机关的角度，团体的角度，而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秘书长或国民党的党员的这样的角度，一向如此。我不是国民党的秘书长。好、哦，那就部长，所以这个后续要请您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哈、哦，来处理党产问题。我们再来看了哈、哦，有超过将近七成的市民了哈、哦，国人是支持的这个党产，其实应该是要整个来归还的了哈、哦。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有建立一个网站了哈、哦，其实本来这临时东西也是要处理的哈、哦，不过今天当然没办法。哦，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政党轮替之后就把它移掉了哈。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民党立委有在提案，但是也是被封杀。这个，请问部长，这个你支持回复吗？你认为可以回复吗？你是说，党产的清册的网站，那个是属于财政部，我想我不能替他。财政部可以来说明一下吗？支持回复吗？报告赖委员，再过想。后续的行政院假如说正式的决策的话，我们也不反对。你们不反对？如果就幕僚的专业意见，可以回复吗？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就资讯透明公开的原则下，是不是应该回复？是，我们不反对，可以回复。哦，所以如果有做出决定，你们就可以回复了哈、哦。好，谢谢。好、哦，部长，那您的态度呢？财政部的不反对回复，您的看法呢？财政部的决定不需要我同意，但我尊重。您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资讯公开透明是好事，哦、是好事的哈、哦。我想部长希望您站在更透明公开的原则来处理这件事情了哈、哦。我觉得抛弃掉党的一些思考了哈、哦，站在比较中立客观的角度来处理。好、哦，再来，妇联会是不是国民党的随附组织？想请教一下部长。妇联会是一个政治登记在国民政治登记在啊这个内政部的一个政治团体。你认为他是不是？他跟国民党的关系？你认为他跟国民党什么关系？我内政部的资料，他是登记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政治团体。部长，你有看到那个照片吗？就是妇联会的，包括国旗、包括党旗、包括相关的部分，包括他的成立的时候是讲宋美龄女士，好、哦，当时最早他的历史是这样，没有错，在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他成立是这样的。好、哦，所以跟国民党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哈、哦。我们认为他是他有历史的这个历史的渊源。我们认为他是附随组织了哈、哦。这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普遍公认的了哈、哦，公认认知的了哈、哦。好，再来妇联会的成员组成里面哈、哦，也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官夫人。这个部长你的看法呢？你同意吗？这个是他们组织的章程的问题，我没有意见。好。部长，我这边有两份的资料了哈，这个一个是在教育部65年的哈，他说查民选地方首长之夫人兼任当地妇联会主任委员为一般惯例，且为义务职，此种兼职本部予以同意，以适应地方情况。哦，至于的由校长。哦，这一份是一份资料，是教育部的资料了哈。再来另外一份是内政部第46年的一个资料了哈，关于中华妇女反共。哦、抗俄联合会各地分支会主任委员新旧交接时，应以当地县市政府派员兼交为原则、哦、如该会总会派员办理亦无可。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啊、什么样的年代里面有什么样的是需要由当地县市政府来派员兼交？跟委员报告，这个妇联会，现在的妇联会是民国79年才在内政部登记，您刚才所说的事情都是在他登记为啊，这个政治团体。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同不同意这个部分？他当时是一个很特殊，跟当地政府很特殊的有关系的组织。我刚才如果不是这么特殊的关系的话，为什么政府要由他来兼交？没有，为什么教育部
要帮他来做这样的相关的同意，没有错，是吧？这个是当时的情况是特殊，当时的党国部分的时代里面，这个是很敏感的吧？很常有的一些状况。对对，可能是哦。所以妇联会跟国民党当时的党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其实那时候国民党跟政府还有这个都是。那你认不认为将来在整个党产的处理的时候，妇联会是不是应该一并来处理？这个看这个，因为要界定什么叫你同不同意，妇联会应该尽速的公布相关他的一些财产明细。妇联会他做一个团体的，做一个团体的主管机关。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他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啊财务。能不能要求他一个礼拜内来提报给内政部？你那一天已经做成决议，我们也去函在。请你们再公开宣示一次可以吗？请妇联会一个礼拜提报可以吗？尽量来收集他们相关的这个。不要尽量好不好？态度，我部长态度可不可以再更坚硬一点，更强硬一点？去函啊，可以吗？您再公开呼吁一次好吗？我们已经找的。如果不做的话，部长是不是有人民团体法的相关处理的空间？这个法律限期整理、废止、解散有没有处理的空间？在目前来讲，根据啊财政啊这个法务部之前的解释，80年的解释，它是在啊政治团体的部分是没有。部长，你已经就任部长2年了哈，我认为你应该有很大的机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哈，也请你我们尽速来处理好了。我剩下60几天，我想我尽量了。好，拜托你了哈，请谢谢。好，接下来陈林委员。好，陈林委员结束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主席，请内政部长还有教育部及人民会的代表来，都一起上来。今天没有林务局哈？教育部吗？教育部秘书处李启光专门委员在吗？林务局没有了哈。林务局没有了。林务局没有，今天没有。不好意思，我请教一下，我们是8+2吗？还是10+2？对。8+2，8+2哈。我要不开始了？不紧不紧，顶来顶顶上来。好。好，委员好。大家好哈。我今天是代表原住民来讨你们的党产跟我们的祖产。好，那我想今天不是说因为是特别要讨国民党的党产或者是哪一党的党产，因为其实我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哦。那但是呢，在我们的保留地上，在我们的传统领域上，有着国民党的党部。还有国民党的这个救国团、活动中心等等。那么在这个救国团呢，有18处团委会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了21个党部，那在这个国有地上面哦，其实也是我们的地啦，原住民的地。那今天呢，讨论的是救国团有18个团委会和活动中心哦，那占用这个公有地。那占用这个土地的单位呢，有原民会、林务局、台铁、国产署、水利署、台北市政府，还其他几个 地方政府，总共占用的面积有14万，大概6000坪左右。公告限值呢，这个市价其实公告限值大概97亿，市价其实是超过好几百亿哈。那么在这个救国团的这个桃园复兴青年活动中心呢，土地的所有权是原民会。那么在这个土地呢，还蛮糟糕的，它是在我们的原住民保留地上面。那这块地，原住民保留地不是给原住民用，却是给国民党的这个救国团来用。那占地使用面积有3427坪。每月平均哈，它的每一坪每月租金才11块钱而已哈。那么原住民保留地呢，它不止刚刚讲了哈，有盖了党部，那现在又还建租给这个救国团盖饭店、盖餐厅。好，那我们继续看哈。那么在这个救国团呢，它不止占用土地呢，比较严重的是，它还把这个林业用地当成建筑用地来使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救国团日月潭的青年活动中心哦，还有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花莲的观云山庄都是林业用地。
那开始使用的时间分别是民国61年、72年、73年哈。那么当初就是来站后面的教育部代表哈，来教育部代替这个救国团向林务局向林务局借用哈，那让这个救国团来无偿使用，一直到82年之后才陆续开始收低廉的租金。然后这个低廉的租金有多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花莲观云山庄的每坪破纪录了哈，上次来义乡每坪1.6元啊，现在是每坪0.14元。那一直迟到去年哈，我们大家都在批评之后呢，这个林务局才说准备今年这个租金要调涨，但是调整之后的金额呢，每月租金10块以下。一个铜板有找，那其实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图哦，看它有多壮观。这个全部都是救国团霸占的公有土地，总共18个团，好，18个团委会，14万的这个公有土地，107亿，好，市值107亿。那么我想在这边哈，我先请教那个教育部。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向林务局借用这个救国团日月潭的青年活动中心，还有阿里山活动中心，以及花莲观云山庄将近30000坪的林业用地给救国团使用？这个是因为有一点年代了哈，我们现在你要讲大声一点。这个是过去的一些资料哈，今天手上没有资料了哈，不过目前这些所谓借用地哈，现在已经都用以国有财产法的规定哈，已经移拨给国有财产署在处理哈。部里面现在已经没有在租借给救国团的这些房地了。现在都没有吗？你刚才讲都没有吗？你犹豫了。国产署有在吗？没关系，来，我先问教育部了哈。你把林地借给救国团，救国团却当建地来使用。那当初救国团在新建建物的时候，有没有知会教育部？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是蛮早期的问题啦。所以你们可不可以查得到？查不查得到？还是国产署那有资料？有没有？我们回去再查。国产署有没有资料？跟陈委员补充说明一下，刚刚表列那个部分哈，基本上管理机关一个是原民会、原住民委员会，另外一个是那个林务局啦。那属于是共用财产的部分，它是我看那个有租金的话，应该是属于租用，不是占用。是租用的话，那依照国产法相关规定的话，它因为是你还没有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个表啦，租用前面其实有的。都已经占用好几年，那你如果说他租用，对不起，你告诉我啊，他有没有那个使用权同意书？没有，就是租用。林地呢？林地拿来盖饭店、盖餐厅。没有。那你们主管机关竟然租用给人家？没有，那就林务局。你讲话有没有矛盾啊？关系的。哈。我想那个林地。你林地拿来租用给人家，给救国团盖饭店。可以吗？你告诉我可不可以？他应该之间有一个租约的关系的。所以这个租约允许在林地上可以盖饭店吗？可不可以盖饭店？要依照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相关规定。所以林地可不可以盖？我看那个梅庄，你比较熟这个土地的部分，你告诉大家林地可不可以盖饭店？你按照法规来讲，林地可不可以盖饭店？跟委员报告，如果说是盖餐厅，林地当然是不行了。非都市的话，连用地当然是不行的。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是都市吗？是都市用地吗？请问日月潭是都市用地吗？阿里山是都市用地吗？原则上以我的想法，有可能啊，日月潭有可能是都市计划，但它的林地没有注销，大家都会认为说，那是林地。其实要实际看它是不是都市计划区里面的什么分区。我想啊，今天你们手上都没有详细的资料，我们这些都查过了哈。那大家不要在那边空口说白话，林地很清楚，不能盖。那我想请那个教育部还是营建署那边，你们补齐那个资料，我要看他们的使用权同意书。
好，那原民会的部分也是一样，在这个复兴青年活动中心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我请教原民会哈，你们原民会什么时候就是打算什么时候要收回？你们有使用权同意书吗？这个部分，他们跟委员说明，刚刚使用权同意书是这样哈，他如果拿到租约，其实他去新建房舍是不需要使用权同意书的了哈，他就直接租约表示他对这块地他有使用的权利，他就可以去申请。对啊，所以如果在林地也是就直接盖了，是不是？他我们在我们的部分是建地，没有。对，我是顺便请教你嘛，因为他们都不会打，因为你比较厉害啊，你对土地比较了解嘛。没有，如果是林地那个，你刚刚讲那个，他没有租约，那个可能有使用权同意书的问题，可是那使用权同意书 okay, 可能是方便他申请。好，谢谢，我时间有限，好，主席不好意思，我最后这个我到底要看了，我还有两分钟。好，那个部长，来我们讨论一下你那边的业务哈。这个国民党不断的声称哈，救国团和国民党无关。可是呢，我们去检视了这个里监事，有半数以上都是国民党的要角。那部长，你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关系？救国团跟国民党有关系？是一个社团法人，他是一个社团法人，他并不是这个国民党的登记在国民党底下的一个组织。但是他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一点关联？你觉得呢？我不晓得您讲的关系是怎样，大概我想他现在的法人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嘞。不好意思，我们回到那个台湾地图的那一个哈，有没有关系？来看第一个，来救国团团旗上面有一个党徽，很清楚哈。来，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理事，头号理事黄敏惠，你认识吧？现在要竞选党主席，对，好、哦，有没有关？好。但是他是因为他的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要看，我不晓得，我们要看第二位了哈，林承芝，这个也是国民党首位的女性副主席，有没有关？现在好像不是。那朱凤芝委员呢？他现在也没有党职，我知道的。但是他们都在国民党非常非常久了哈。他是曾经是立法委员。对，非常多嘛。那还有这个林新清啊，林新清，我不知道，是你说是台北市议会、新北市议会的市党部的主委啊？他现在已经不当了，现在不当，所以跟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不是党员这些？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党员？我不知道。好，所以部长，你是认为救国团跟国民党都没有关系？我不是这样，我是说救国团在我们这里登记的，他是一个社团法人。登记的是一个社团法人，然后你不敢讲太多。他有他的章程，他的这个选任的董。讲太多，讲太多，可能你后面日子会不太好过哈。好，在我想是这样子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转型正义啊，哈，那我刚刚讲了，我今天是代表原住民来讨我们的土地。国民党的党产有很多是我们原住民贡献的。那我希望今天跟未来的日子，我们要审这个条例的时候呢，好，我们能够把过去不当的一些既得利益，能够很正义的把它还出来。而且国民党号称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好，那我想一个政党的党部盖在公有的这个土地上，那么这是一个转型正义里面一个最畸形的现象。好，如果国民党他拿不出当初新建的这个建物时的土地使用同意书，好，国民党所占用的这个土地就应该要全数归还，并且必须对国民党追讨过去所有占用期间的使用补偿金。以上，谢谢。好，这个我做一个跟各位委员会报告哈，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刚刚这个陈莹委员所提到的部分呢，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拜托内政部啊，在一个礼拜内了哈，两个礼拜内啊，一个礼拜你们去研议啊，两个礼拜把这个报告送来。
那这个报告送来大概几个部分呢？一个就救国团的这个部分的过去的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啊，这个因为我们官方一定有资料啊，假如跟地方政府这个承租，或者是跟国有财产局承租，那一定会有资料嘛，啊，那也请救国团提供，啊，你们假如有承租，一定会有书面的这个记录，这第一点。那第二个，这个按照区域计划法的规定啊，这个林地怎么会可以盖饭店、盖房舍？这个法律我这个部分恐怕要做一个厘清，所以请按照这个救国团现有的这一个他房舍的一个地点啊，他啊到底是如何的这个后来新建房舍这个过程啊，在法律的适用跟相关的这个当时土地这个程序是做一个厘清，啊，那两个礼拜内把这个书面报告送到我们委员会来，啊，到底想那去的证拢无人知影啊。那刚刚我们内政部的同仁也讲说，这林地怎么会盖房舍？这个是按照区域计划法，这个恐怕，那有一些还有园民会啊，就是内政部邀请园民会、教育部跟林务局是经济部嘛，哦，那大家开个会，把这个有一些新增的这些救国团的这些土地房舍，这个把它做一个厘清，来向我们委员会，这个两个礼拜内把报告送到我们委员会。哦，对啊，林建署较内行啦，对土地、哦、开发等等许可，这个我们是林建署是法令的主管机关啊，啊、哦，好不好？那两个礼拜内送到委员会来。跟我带公司啊？啊？我带公司对啊，他送来委员会，就大家委员都有啊，哎，啊、哦，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各位委员跟列席的官员回座。好，接下来我们请徐增卫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陈部长。来，那个部长。委员好。部长午安，辛苦了。我想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民国75年好到现在呢，我们陆陆续续开放了党禁、报禁，然后现在也迎来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我想政党轮替现在已经是变成常态了，所以这个政党的部分哦，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来规范，让这个政党不要再互相之间的恶斗，而造成我们政局的不稳定，造成人民的心是人心惶惶的。所以在这里，您认为有关于党产的处理我们应该是以特别条例的方式来制定，还是用政党法的方式来制定会比较好？我跟委员报告，其实在内政部过去一向的这个想法都是希望能够定一个政党法来规范政党之间的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这个机制。那么那在政党法里面也可以把党产的这一部分呢、纳入规范，因为我们主张的就是政党要比一般人民团体要比较高的这个道德标准，同时应该他的财产应该要透明，要接受全民的检验。那么至于说是不是要单独定一个条例，我想这个是委员会这个是大院的这个权责。是啊，因为现在民主的风气非常的这个已经百花争鸣了，尤其是据本席了解到目前105年3月10号，我们现在已有登记的政党已经是295个了。对，所以在政党法的部分，可能还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制定，而且来里面来规范。那我想，每次的国民党的党产问题每次这个到选举的时候或者是什么逢年过节都会被提出来检视，还有这个考验。但是这个对于有争议的一些党产这个十多年来陆陆续续也都在司法机关已经在做进行，也在做调查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一部完整的法律应该是一体适用。内容条文的相关规范真的是不能单一的政党来量身定做。以目前我们现在要推这个不当这个部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取决于76年以前的这个部分，感觉上好像真的就是量身定做那因人设事，您觉得这样子的法律妥当吗？我刚才也报告过，就是说这个一个法律的定定最好是要有一般性跟平等的原则。是。也就是说如果针对某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团体来定定这个法规了，一般来讲是少见的。是。所以其实国家如果要执行公权力来对财产权进行任何的限制或剥夺的时候，它的方式有三个。一个是税收，另外一个没收，再来就是征收。那我们今天现在提的方式，好像不当党产条例，通通就是好像通通都是不当了，所以要用没收的方式。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司法院，我们的法务部，这样子依法有据吗？合法所为吗？好，是我想就是有关跟人民权利相关的部分来讲的话，必须依照法律的相关的规定来做处理。对不起，您声音很小声。必须要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做处理。所以您觉得这个依法有据吗？
如果有相关的法律的部分来讲的话，法官在裁判的时候，那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这个法官是谁？哎，这个主管是谁？这里的话，如果因为就以司法院的立场，司法院大概都是处理到有关民事相关的纠纷的部分，那判断上面来讲，当然就是依照贵院所制定的相关的法律的部分来做判断。是，所以其实我们陈部长，所以其实目前十多年来，从监察院监察院我们对这个有争议的党产的部分，都已经在做司法解决，也交给监察院来进行了嘛。那是不是我们提议说是交由监察院来进行调查，由法务部来侦办，这样子会不会在这个又受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架构之下，还能做执行？其实大家想处理这个所谓的不当的党产，我早上也报告过，重点在于怎么认定不当，那怎么样由谁来认定，经过什么程序，那么对方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处理的机制，那么这些呢就记得短道这等等。那么现行的法令是透过司法的体系，也就是法院来做裁判，那么现在委员的版本大家都提到由行政机关或者是监察院来做处理，我早上报告过的，就是说其实在实务上来讲，会不会反而让这个问题更复杂，这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个一个大家都幸福的一个结果，这是大家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其实部长说的当与不当是很难判定的，其实现在有争议的党产都已经在做司法上的这个已经在进行了嘛。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我们现在人团法和政党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人民团体法里面有一章是政党，那么当时在立法的过程里面，特别对于政党，为了让政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空间，所以当时在立法过程里面对于政党的要求比较宽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政党法新定的这个政党法里面，我们觉得它应该还是要把这个财产的透明度要提高，摊在阳光底下。谢谢部长，因为刚才本席在这里有听到您回复我们林立禅林委员的有关于人团财团法人以及我们的这个政党的部分。那我想请问一下，以目前政治人物这么多，每一个人人手一个基金会，那对于捐款从何而来有没有查过？它的对价关系有没有？然后有没有一些关说或互相的承诺互惠的对价，这个我们有查过吗？没有，因为基金会现在是按照它成立的目的，由各目的是主管机关来来督导来考核，但是这个它财务的运作了一般都是按照它的章程由他们本于自主的原则来做运作。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在政党法里面，未来在这些基金会在从事政治的活动或政治人才的培训，或者任何有关于政党的部分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特定的基金会纳入我们的政党法里面？这个如果将来在政党法讨论的时候，要不要把以这个政治为目的所成立的基金会，那么纳入视为这一个政治的团体来做规范，我想这个就内政部来讲，应该尊重大会的大院的这个决定。因为我想有鉴于国民党这个部分党产的部分，现在很多的政党大概很会去放这个金钱流会流到哪里去，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搞不好会比我们政党的财产的这个都还要严重，所以在这边是不是可以并入？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希望这个民进党即将执政我们的这个蔡女士我们的未来的蔡总统也提到我们的和解共生，谦卑谦卑再谦卑真的，我们真的要减少蓝绿在恶斗，尤其是在这个部分，党产，我相信国民党愿意摊在阳光下，让大家公平，但是也希望大家秉着爱惜国民党
哦，我们大家一起来查清楚，该国家的给国家，该人民的给人民，该党的给党。那在这里呢，还有另外就是，我想呢，不当党产条例这个部分真的是有预设立场，哦，尤其是公然违背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未经过公平公正的评定下，就用不堪的字眼或者是未审先判侮辱国民党，这并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法律的正义，更这个有损厚道公允。哦，那另外呢，在这里本席再提一下临时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啊，我们有关于这个消保处和内政部，哦，这个说法不同调，就是有关于我们不动产说明书的部分要加注土壤异化资讯，没有，还没有，因为我们内政部是持保留的态度，保留的态度，对，但是消保处的部分是希望能名列进去，因为这个资料很粗啊，它这个变化很大，那如果我们贸然的啊，这个把这个资讯揭露，我想会带来一些啊不必要的困扰。的确是这样，尤其是我们现在才公布八个县市可以网上搜寻嘛，对，所以在这里是不是由公部门先举办一个公听会，让我们的产官学三方来进行沟通，看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方式。内政部会把我们的意见提供给消保会，我们认为在此时此刻还没有成熟到要把这个列为公开的资讯。是，但是在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产学的部分，在民间的部分，哇，这个土壤异化要列到我们的这个明细里面，这样子会造成我们其他的这个业界的心中的浮动和不安定，是不是说由我们哪一个单位来承？其实，在今天的记者会，我们还有历次，我们也都说明，土壤异化的资料是一个很专业的资料，而且它是比较这个比较大范围的资料，不是针对你的自己的房子的基地所提供的资料。那这个呢由于地质的状况，随时随地它都有很大的变化。他如果贸然的就把它推定说你的房子不安全，这是不对的，因为房子的安全与否，除了土壤以外，还跟你的设计这个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本席还是强调，让百姓有知的权利，还有住的安心的权利。好，在这里谢谢部长，谢谢。好，接下来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我在这边，我麻烦请那个我们内政部长，那个陈部长。张委好啊，部长啊，我们知道内政部是我们的所有的人民团体的主管机关，好，那我想要就教哈所有的人民团体，包括我们的政党，是不是每年都应该有财务报表给我们内政部？依照现行的规定，人民团体是有，但政党我们后来有一个规定，有一个要点也要求，但是现在来讲，大概申报率大概10%，主要政党都有，但是295个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应该要给？啊？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应该要报我们主管？人民团体的是部分是这样。那政党呢？政党的部分，因为在立法的过程里面，他单独把它抓成一章，那么当时立法的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是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特别的要求。对，后来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还这个航班一个政党级政治团体财务申报的要点，那规定政治团体跟政党每年向内政部申报财务结算书表，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行政的规则，没有强制性，
那我们在这次修改这个在政党法里面，我们是建议要强制的来，或者是我们修改中的这个人民团体法，我们希望将来都要有强制性。对，所以我就是要说，所以呢，目前呢、啊，我们台湾的政党啊，有多少人，有多少个政党是295个？不是，有几个政党是有每年都有给我们财务报表的？政党的部分啊，250，这个总大概9%多的政党是有这样申报，对，9.27%。哈，那主要的政党有吗？主要政党都有，主要的政党都有。对，国民党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新党，还有台联党。好好，这个几个都有。好，那因为哈，我有一个东西很不了解，为什么、啊、很多报纸媒体讲，哇，国民党的、啊、所有的他们的党产呐、啊，常常就大幅的萎缩啊，然后就怎样啊，都是报纸的哈，哦，都是新闻媒体报道。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那个这个资料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所报的这个你有没有看过？你说是哪一个资料？啊，比如说国民党啊，报给或主要的政党报给你的财产的啊，这些啊，他们的会计年度的报表。我说实在，这个没有特别去关心，应该没有了哈。为了这个咨询，他们有提供有102年到103年的变动情形。嗯，那这一个资料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委员会？没有问题。好，那这啊，因为今天我相信今天要来这边哈、哦、做这一个专案报告的话，我相信部长应该可以有去先看过。那你也知道了哈、哦，人民团体法它的第58条。如果人民团体有违反法令章程或妨碍公益情事者，主管机关得予以警告撤销、哦、其决议或停止其业务之一部分或全部，并限期令其改善。哦，58条这个规定，是我们希望将来所有政治团体跟政党都要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我知道哈、哦，没有这个人民团体法，现在我相信。我们如果是主管机关，我们也可以用这条法令呢、啊。我现在要继续请教部长的，就是说，那国内你刚刚说的这主要的政党啊，哈，有没有一个政党，每一个政党都符合这条规定吗？或是有哪一个政党，它里面啊有违反法令或妨碍公益情事等等的？目前我们几个主要政党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如果他报给我们的。啊，这个财务报表有作假的部分呢？现在的财务报表的部分，政党的部分，我刚才说的是用要点，我们并没有啊强制的一个啊用58条可以处分的地。对，我知道，好、哦，我刚就有先问部长，您有没有去看过这个，或我们底下有没有真的去了解过这个，还是就是要点看一看就过了？那他的申报的这个财产啊，都是会计师签证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核备的动作，我们不会去特别去查。所以因为没有特别去查，所以不知道嘛。不知道，对对，因为没有特别去查。是，我要知道就是有没有去了解，没有了解嘛，不会，就是只有核备而已嘛，是，对不对？对，目前都是这样了哈。所以您也同意，如果我们新的啊法令，我们应该要求所有的政党。都应该要把详细的资料什么的，这都给我们，对不对？是，包括财产的一个目啊目录啊。那啊，你等一下，我再请问一下经济部，经济部有没有人来？来，麻烦一下主席，来经济部。经济部商业司，还有这个研发会。你跟我答，回答你的问题。那个部长哈，还有经济部，我觉得今天一整天大家都讲不当，哈，大家都在讲不当党产，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啊，有的啊是用不当的手段获取，啊，一些不动产或什么的。可是我个人认为，像中国国民党它的党营事业里面呢，有很多是独占跟特许的行业，而且到今天还在继续经营。那你们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
那经济部你先回答。你商业司嘛，你管商业登记的。是。哎，抱歉，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要再回去去清查一下。回去清查一下。对，因为独账跟特许的啊，它并不是一般的公司啦，嘿，所以要适用那个特定的法令，看特定的法令怎么规定。那国防部呢有没有来？哎，退伍会啦，不是国防部，退伍会。退伍会今天好像没有齁。部长，有很多，哎，那个经济部你先不要走啊。我手头上有很多的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天然瓦斯的公司，到目前为止，哈，很多新制备的，都还是国民党党营事业，而且当初都是寡占特许，到今天都还在营运，都还在经营。那啊，身为一个啊人民团体的一个哈，尤其是政党，这种独占寡占。然后跟人民相冲突，民生事业息息相关的，您认为这样子的经营有没有违反好、哦、人民团体法里面相关的规定？在我们草拟的政党法草案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规定所有政党不可以经营盈利事业。不是，我知道那未来嘛，哈、哦，我是请教部长，以现在目前的情况，你认为？已经有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啊，这个移转啊，这个出售或者是信托。我知道，我只想，我你这是未来要努力的目标嘛，对不对？那我只想问哈、哦，你现在你认为，哦，这种的情况这样子合理吗？我也觉得政党即使现在法令还没有规范，我们也希望它不要经营事业。不是合不合理？所谓合理不合理，就是我们希望政党不要去经营事业，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经营事业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将来应该要啊这个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国民党啊大概已经把公营事业都已经信托或者是逐步在处理出售掉。我知道嘛，你想想看，他的党营事业，你想想看，像这种跟民生息息相关的，然后要不要涨价，政府都还有哈。啊决定要不要涨价的权利，他如果缺钱就涨价，对不对？然后又转嫁给所有的人民。其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这个汇率啊，其实有公共事，我知道了，那是现在嘛哈。那如果我们现在讲，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一个政党跟剥削人民，跟剥削人民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呢？其实我刚才要说的就是说，我虽然是经济部的事情，但是我也了解公用事业它的这个费率啊，它是有一套的这个啊条例的一个规范的，不是说你要涨价就涨价，它还要经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核许。我知道了，部长，这我知道了，所以你刚刚也认为是不合理嘛，对不对？是，我们你也认为是不合理嘛，啊，所以你认为这也是要改嘛。是对对是好，那你认为要改的前提下，他以前的这些不当的得利独占啊，什么这些，你认不认为应该要再追讨回来给人民？我想你这个，我刚才讲了，我是主张政党的部分，他应该专注在自己的啊政治啊，这个不应该做盈利事业。那么目前事实上也大家都要做，那我们的草案将来。规范的更严格、更完整。我知道了哈，这可能要你讲，你也不方便讲。我是这样觉得啦，这个不正当产处理的条例，我觉得我们应该，你赞不赞成？你现在也是啊，主管机关，我们应不应该把它赶尽速通过，然后规范所有的政党？规范所有的政党，我非常的赞成。那么要真就定定赶快定一个有关党产的这样的相关的规定，我也赞成。对，你也赞成说尽速通过这个法令吧？党产处理的啊相关的规范，我也赞成。不，党产当然党产啊，这要怎么叫？我想尊重贵啊大院的决定啊。所以你身为主管机关，你也认为要尽速通过嘛？对不对？好，我就这样子哈。好，谢谢。好，接下来请李俊立委员。
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陈部长，法务部郭专门委员，财政部边副署长，经济部张科长，经济部，你们好，部长好，辛苦了哈，部长跟猛归刚哈，我想几个观念先跟你厘清一下，我了解一下哈。部长，你认不认为政党法跟不占党产条例是两回事？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两回事。你解释看看为什么可以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是不当党产的条例，这个名字就限缩在不当党产嘛。那么在政党法也可以把政党的财产的规范，包括不政党不当的财产怎么处理放进去。所以可以放一起，也可以分开。对对对，这样。那请问你哈，行政院有送来政党法嘛？对不对？对。那政党法里面有没有规定任何的不当党产？因为我们行政院的版本里面有没有？我们是党产的处理，党产的党产的这个怎么管理？对党产，对党的未来的这个党产的部分未来如何规范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认为不当党产的部分是可以循现在的法制来。我听谢谢，其实足清楚嘛。行政院送来的版本其实只在规范政党，那规范政党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未来要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至于不当党产为什么有特别的条例，为什么有一个各位委员都认为应该要提出来，包括国民党也认为要提出来，理由很简单，这是过去历史发生的。那如果我们要落实转型正义，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不当党产的条例嘛，就是这样。今天就是讨论这个嘛，对不对？那今天不是讨论政党法，其实是讨论不当党产，是不是这样？好，来，部长，我再厘清第二个观念哈。其实你刚才的答复里面，其实你们最困扰的哈，最困扰就是不当党产到底怎么定义，是不是这个？好，来，我请教哈，那部长你的定义不当党产是什么？我觉得不当党产可能各说各话，所以要行。所以我请你讲啊，我请你讲。所以我就讲，所谓不当的是你有争议的时去有法院去判决。好，来，谢谢，来，请那个郭参署，不当党产的定义是什么？财产是您管的哦，国有财产是你们管的、哦。来，你们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们之前清查哈，是主要是依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了，依据90年监察院的报告嘛，对不对？对。然后93年还有一个处理小组嘛，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规定里面处理说涉及国民党或是涉及其他政党啊，过去不当取得国有财产，这个是你们财政部的任务嘛？没错吧？没错吧？那你们的不当党产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监察院调查报告提出的几大事项，它设有违事的部分，我们做清查。好，来，谢谢，来，保护部，我们没有做保护部，我只问你定义了，我没有问你做什么了。来，保护部，你们的不当党产定义是什么？啊？阿兄啊，大家拢硬硬。你们三个部会来这里讨论不当党产，你们对不当党产没有自己属于自己部会 的定义吗？没有吗？没有吗？啊，你们都没有定义，那我们怎么讨论下去啊？来，我们继续问下一页，来，来，哎，下一页，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法案制定的目的，我们今天讨论是不当党产跟政党法其实要有区别，在下一页。好，那政党法我讲得很清楚，是建立政党竞争的公平环境，不当党产是落实转型正义的需求。来，再下一页。好，刚才请教过你们定义，再下一页。来，我请教哈，来部长，有关人民团体或是政党，现在主管单位是内政部，没错吧？对，对，好，来，请问财政部哈，边副署长，有关国家的财产主管单位是你们国产署，没有错吧？对，非公用财产的部分。好，来，我们往下看，再下一页。那所以现在国有财产，还有现在是政治团体或是政党或是人民团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来，第一个问题，下一页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依照规定，他登记政治团体，他每年要跟内政部报财产，是吧？虽然没有强制性嘛，对不对？部长，你是这样说的嘛？对对对。好，我问一下啊，财政部，你们是不是他们也要跟你们报财产？每年嘛，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不是国有财产就没有，不是国有财产就你们就没有处理。那我来请教一下，97年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国民党的财产有519亿，
内政部登记是266亿，请问哪一个正确？伊伫内政部登记是266亿，伫财政部甲你算出来是519亿，安尼对起较正确。我想我们的计算基准是按照他那时候我们清查的结果，按照当期的公告土地限值，清查结果，然后按照当期的公告地价嘛，对不对？来公告限值来换算，如果是土地不一定是代表它真的价值，对，没有错。如果是当时的土地，就是依照当时的土地公告地价嘛，对不对？好，来再第二个哈，103年也一样啊，103年向内政部申报的是255亿。向财政部自己统计的是607亿，差了400亿。105年，哈，向财政部计算出来，在今天的报告里面是805亿。那国民党自己宣称是166亿。我现在请教部长来，我定来。这个大家拢无共款，要安怎？哪一个才是正确？这当然，这我无法度答啊。但是你为来迄个这个现在的问题，来，国民党申报给我们的啊，它是资产负债啦。显然有资产也要扣掉负债 啊，对了啊，所以他在财政部的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负债，我不知道了。估算嘛，对不对？哎，对对对对。所以各有各的不同嘛，对不对？要补充一下哈，我们这个统计值哈，其实有包括他们国民党那个已经有移转给第三人的部分了，没有错，没有错。所以那个，啊，所以应该更多啊，对，应该更多啊。移转以后他有收入啊，没有没有，那已经包括在内了，那应该是要扣掉。来，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国民党自己报的。跟内政部报的，或是财政部自己初月统计的，哦，其实你们计算的标准不一样，统计的基础大概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们才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嘛，对不对？明确的定义。来，我接下来要问经济部商业司。好，来下一页。好，再下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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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们再下一页。这个我请教哈，哦。中央投资公司、新玉台公司、光华投资公司、玉台投资公司，是不是都是党营企业？是不是都是党营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哈，那个，来，我先问啊，你的理解，你的理解，它是不是党营企业啦？这要看它的那个股东。好了，我就让你看呐，这里面都写，所有负责人都同一个，他的住址登记也都同一个，都在台北市八德路嘛。对不对？所以都是陈述，负责人都是陈述嘛，对不对？但是这几家公司有没有依公司法登记来向财政部申报？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依照公司法登记？这个我们在那个……你们还要查？我都帮你们查好了，你们现在还要查，公开的网路上都可以查得到，网路上都可以查到，他每年登记吧。来，公司法有没有依时登记？你们财政部是不是副主管的单位？你们财政部是不是主管单位？公司到底有没有核实申报？有没有依公司法？有没有照规定来查？有没有照规定来登记？是不是你们财政部、你们商业司的工作？没错。哎，经济部啦，对不起，经济部商业司的工作嘛，没错吧？没错吧？没错嘛。那你们这几家国民党的党营企业，他要依照公司法登记，你们有没有每年查核他的报表？有没有？有或没有嘛？没有。这是你们的工作，哎，这个不是像内政部说他可以，这个没有这么严厉的规范。这公司法本来就要，你们经济部商业司本来就要查，啊，你怎么没查，哦？那公司随便做，随便写，你们经济部商业司也都认同，啊，是这样吗？来，最后我请教法务部，法务部。那个刚刚哈，其实很多国民党委员提到一件事，说什么基金会啦、小英基金会啦、哦凯达格兰基金会啦，通通要查。我请问你，基金会应该归谁管？基金会应该归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归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管？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财团法人法嘛。对，对不对？那财团法人法，请问你过去法务部有没有提过财团法人法？有，有。哪一年提的？现在在行政院审查。哪一年提的啦？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来，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这里。刚刚大家讨论的说，不当党产到底是没办法定义呢，还是现在的行政机关该作为而不作为？就内政部来讲，你的人民团体组织法，你有办法规范政党申报财产，但是你们事实上就无，反正就是不是规定嘛，啊，你们只是要点嘛，所以你也无法无从查起嘛。
经济部商业司公司法规定的那么清楚，你们要一个一个查，结果你们也都没查。法务部应该要制定财团法人法，但是法务部通通没有在做嘛。上一次送财团法人法来是民国八十几年的事情了，哦，然后你们经济部都没有在做。我在请教，哦，这里面有没有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来，财政部过去有没有这个？过去有成立，有。对对，那1998年1月12号是不是宣告它停止运作？有没有行政院给你们一个函说不要做了？有没有经过行有吗？好，有吗？行政院 叫你们不要做了嘛，对不对？好，行政院叫你们不要做。来，过去有没有一个政党或其附属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协商处理原则？有没有？有有。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行政院1998年4月13号叫你们这个都不要做了？有没有？正因为他认为阶段性任务完成，所以已经也就是停止运作。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那如果所有都处理完成了，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争议呢？怎么还有定义不清楚的问题呢？你们刚才告诉我是因为定义不清楚，所以大家有争议嘛？那但是如果照你的说法，因为行政院已经函给你们说啊，不要再处理，都处理完成了，那怎么还会有争议呢？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停止运作，但因为持续诉讼当中的就持续诉讼。其实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行政单位该作为而不作为。这十年来，这其实不是十年来，这八年来，你们完全不做，完全不做。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第一个就宣告这个东西就不要处理了。所以会有行政院的这个函告诉大家说这个小处理小组就停掉，然后第二个4月13号又发一个函，这个处理原则也不处理了，然后包括今天有委员提出来临时提案，财政部底下本来有个网站赶快给我撤销，然后内政部本来应该管人民团体管政治团体，哈，他低度规范，然后法务部应该赶快处理财团法人法，完全不送。那请问你，这个是行政院该作为而不作为，还是定义不清的问题？所以我请各位，这里面我告诉你，包括那个网站，包括这些所谓的处理小组，还有包括所谓的这个处理原则，其实我们都好保留原来的东西啦。那在这个我们党产条例、不当党产条例也好，或者我们这个党产相关条例也好，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会一条一条找出来。所以我今天先请四位上来，我请大家把你们的内容、你们该做的主管业务先想清楚，否则你们以后日子会很难过。谢谢。好，那个谢谢李俊毅委员哈，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那接下来是陈超明委员哈。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啊，就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是5:02，那算一算这个时间呢，大概到蔡益宇委员，大概我们就会超过5:30，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会议进行到这个蔡益宇委员询答后，我们就这个散会啊。那假如没有询答完的，在我们下次会议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重新登记，我们就按照我们今天所登记的这个委员的一个顺序继续进行询答。那这各位委员没有异议，好，只要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按照我刚刚的一个宣告。好，那接下来陈超明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官员，大家好。首先，我有请交通部那早上那个小姐，啊，请您到台上来。交通部总务司的李玉文专门委员，我首先请教你一下，是今天热门的主题在哪里？就是中广仁爱地堡，对不对？嗯。你有讲到这个是不当的财产吗？委员，我可以说明吗？啊，可以，赶快，我时间很宝贵。早上那个委员有问到说这是不是不当得利，我有回答是说我讲的不是地保的这个案子，是讲仁爱基就是板桥基地的两笔土地是不当得利的部分。哦，他有哪几个不当得利？应该是说因为板桥基地他我们取回的变成国有，是，哦，对对对，是那样。你这边有几个计划？天马计划交通部盛世，是巴黎基事交通部盛世，板桥基事
交通部送事，花莲居士交通部送事，嘉义民雄提出了抗告，交通部败诉。但是赖地堡他在民国47年登记在中广，在民国81年由转移到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在民国89年转卖给宏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我这里面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怀疑，这个在你里面早上你被人家一问，可能太紧张了，很少上到我们立法院来。你说国家资产经营管理会1993年1月8日以附带决议，请交通部提报中广取得土地的原由及处理经过。那交通部在民国93年2月24日有提出报告，说交通部所提报之资料留供给国产局，也就是啊，国产局的全人参考。你们有提报下去，对不对？是。那你们的土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要交给国产局？原因到底如何？委员，容我解释，是说、啊、其他的都不用，你们可以直接的告提告，只有人类地保你不提告。要送到国产署那边提告。对，跟委员报告，因为其他您所提到的那个五个案子，他的都还在中广名下。那至于地保的部分，因为在民国89年就已经移转了。哦，你没有错，早上打了很好，不要太紧张。来，现在请国有财产署。然后土地交到你们财政部了，对不对？93年10月22日召开盐商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党产处理相关事宜会议，那里面提案讨论到土地处理方式，结论是什么？本项议题因双方基本立场落差甚大，不进行讨论。以为双方各自表示意见，不做具体的结论。当时的那个国家资产经营管理会的主任委员是谁？那个林部长。好，啊，当时的管理这个土地的部长是谁？也是我们财政部。好，再来，请回去，请回座，部长，你上来一下。那中央投资卖给宏盛建设股份公司的时候，一共卖了多少钱？哦，不知道。你不晓得？谁晓得？财政部晓得吗？宏盛一点，财政部还是交通部这样？那个主要在当初行政院分工的部分。没有，我问了多少钱嘛？啊？卖了多少钱？你们晓得吗？卖多少钱？我是不知道。那我早上听说80几亿嘛。交通部晓得吗？都不晓得啊，还是不敢讲、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交这个案子跟交通部有关，是在早期40几年。好好，部长是，如果能买80几亿的土地，那是很大的公司吧？宏盛建设股份有公司，你认识吗？你当过新北市长、台北市长，应该晓得这一家公司吧？我大概知道这个名字。啊，董事长是谁？不敢讲。不是，真的不知道，真的不晓得，不晓得，很多人都晓得，不敢讲。是，好像是林，是不是林？我不晓得。问题出来了，应该要提起告示，没有提起告示，而且这个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大家看好。在第二个问题了，行政院长是尤喜坤，行政院秘书长刘世芳，2月的时候是刘世芳。93年10月的话是叶国兴，交通部长003003，财政部长林前，国家资产审议委员会召集林前，在这个地方突然断掉了，我们也觉得莫名其妙，啊、哦，这想象的空间太大了。如果有魄力，民进党真的要执行，那时候就要一直追了嘛，下了一道面的这个不当取得嘛，但是好像都没有。部长，你看法呢？我想这个是
当时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因为我也没有关注这些问题。因为这里面啊，我的疑义呢觉得重重，其他的案件可以提示，这个案件特别没有提示，到底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今天要讨论到正当化或是不当党产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先厘清清楚再来讨论啦，有让人家遐想的空间。我不讲，你应该明白。啊，你点头是承认我的观点了。不是，你讲下面，反正官吏也马上要下台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呐、啊，在民进党时代，他该执行的时候没有执行，而且放马这样过来，因为我不晓得内情，我是看了资料里面，我把这个问题特别厘清出来。因为早上在谈的时候，怎么突然这个地方不去处理，好不好？好。那今天谈到正当化，其实大家在谈，有一个人我们要钦佩，民进党的监察委员黄光雄，他里面的一篇文章《论断党产社会公平》，这个是民进党时代他写的。他说啊，依照国民党处理党产的说明里面，威权时代、转型时期、民主时期，那两蒋时代叫做威权时期，李登辉时期叫做转型时期，连战马英九叫做民主时期，三个阶段他评论出来，这里面的话很有意思哦。在这个先段里面，党产最为闪耀迷人、最为光彩照人的阶段是李登辉时期。李登辉以国家元首、党主席结为一体的身份，一面逐步把党产透明化，一面借着执政的优势扩大党产的投资事业，面对反对党的兴起和竞争，李登辉将党产和政治、党产和选举发挥了空前紧密的结合。这里面要谈到国民党对党产自我检讨的时候，在民国九十五年里面总说明的部分，他讲到李登辉执政以来，过度的维护党产，过度的依恋党产，所以在马英九连战的时代，慢慢都在改变这个观念。在这里面有说明，面对的党产事业，接触重大的投资案件，衍生的争议，甚至涉及不单，已经有开始批判自己的党产。那从中央党部移到八德路，代表一个程度化的进步。我为什么会突然谈到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刚刚我谈的那一段非常的重要。当时民进党应该要做的，怎么会突然终止下来？不是大家都很生气啊？报告召集人，这个应该你更勇敢查这一段时间啊，你那时是行政院的发言人，我帮你看了，你十月份已经当发言人，发言人很重要呢，是能受到居民院长整个讨论的哦。你们那时那么坚决激烈，怎么这个地方你没有坚持下去，也令我很怀疑啊！我一向非常钦佩你啊，还是留着以后来打尾巴来打我们的。啊，赵伟，我为什么突然会谈到这一段？你们都没有比我认真，你们的前辈我真的很尊敬他。他说啊，在当前追悼党产运动面临两种困境：一，对李登辉在党产的角色回避应有的对待；二，对党产继续下苦功研究者几乎没有。他说，第一个困境，源于动态的政治考量，由于政治光谱，李登辉已从民主先生转到孙立台独，不管是以战略的评估或利害的考虑，所以在你民进党执政浪荡，在民进党执政六年来追讨党产的浪潮里面，有意回避李登辉时期党产与台湾政治发展的课题啊、哦，这个很严重，没有人敢讲。我今天讲出来还好，我比你努力，也比国民党的委员还要努力。他讲到第二个困境，部长你听得津津有味哈、哦，你没有听过哈、哦？没有。啊、哦，来自当前追讨党产工作者，大多是炒短线，
最近十年来，民进党党追讨当中，只要参考资料只有两份，一个是1995年台湾研究基金会提出国民党党产的田野调查报告，这个名字用得很好，很奇怪，用田野报告太看不起我们了哈。再来第二个，200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在他完成下。他里面严重批评民进党执政6年来，如果将个监察院党产的研究报告因事抽留掉，大概追讨党产没有留下多少的一个记录里面。为什么？我看了这一段，我才去研究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好，实在是件令人无法不感到惊讶与叹息。这里面讲的时候，有很多的资料搞不好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时代把它淹没掉了，这里面是代表这样的含义哦。再来，他说关键对于党产继续下苦功，默默耕耘者少，炒短线抢新闻镜头者多。这一篇文章好好看，他也讲到国民党我们开始不维护党产，也不依恋党产。但是这里面所讲出来的话，大概隐隐约约在讨论某些事情，但是没有人深究。国民党背着这个包袱，也真的很悲哀。哈、哦，红灭掉，更唔知个人家到探亲，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追查国民党党产这一段时间，也好好继续追查，因为这篇报告书里面呢、含义非常的深。那社会转型正义，我真的要去维护。报告赵伟，我们也要好，再给我2分钟。因为为什么？我晓得你站起来。那今天我觉得我们社会要公平正义，一定要维持。所以讲到妇联会，他是到今天没有法人的依据，永远记得，像我国民党，旗袍占不了市场的啦。那个应该还给国家，就还给国家，看如何来调整妇联会。你条话讲话有条无？旗袍占不了，占不赢市场的那个谁当当啊？那个菜市场，因为我们选举的人了解这些啦。第二个，其实救国团在当初一个权威的时代，它有它特殊的贡献意义存在。但是转为民主化，该还的给人家还。如果在林地里面，它特殊条件可以盖那些，应该都归还给财产。至于里面的要如何组成，我们再来讨论。啊，我刚刚听到柯委员、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讲得非常感动。我们要超高的眼光，我们要转型正义。那有一句名言：“自由啊，自由啊，都是人假借，你名义而行。”其实国民党已经没有放弃这些，而且有一个现象，你只要把它银根收紧起来，大概国民党就倒了。你不要大动干戈。另外，你民进党的高层说已经查得那么清楚。这个在制造话题，在消费国民党，一句话非常重要，把银根把它抽了以后，国民党就倒了。不要把国民党说骂得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代是真的讲，我们是以开放的心胸，每次也被你们来消费，说我选举拿了国民党多少钱，其实拿了200万，大概还是个你还说我小咖的，赵伟你还说我小咖的，你不要故意看那个 啊，所以我今天讲出来。今天如果民进党是以谦卑再谦卑再谦卑，我不是讲喝酒的谦卑，真的讲要很开诚布公，不要一面是社会正义，一面天天在修理国民党。这里面隐含我刚刚举例的例子，各位记者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去研究研究一下。谢谢，主席，你今天很有包容，很有谦卑，让我多讲了几分钟，谢谢你。跟陈委员报告。2004年到2005年，你是民进党党籍的，我帮你刚才讲，你刚刚在讲的事情都发生在你在本党担任立法委员、民进党籍的时候了，那民进党的态度一向很清楚，不管是谁，李登辉也好，连战、马英九等等，都是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了，那我们也会汲取说过去这个追讨不当党产的一些错误跟教训了，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处理的。那另外我还是要
趁这个机会，因为我实在是吼、听袂落啊吼。这个部长跟这个行政部跟国民党的委员吼，我在这边讲，在提醒啊，我们这个条例在处理啊，它是处理哪一段时间呢？它是在处理这一个，假如大家看到这个法案啊。它是在76年前成立的政党，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备案之政党。那假如说有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之财产，或使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所以这个是规范哪一个政党？六个委员所提的政党，你按照内政部的网站登记，它是总共在295个政党里头。总共有10个政党是符合条件，不是只有国民党，包括民进党，他在75年9月28号成立，在78年5月5号备案，所以包括国民党、民进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新社党、中国综合党、青年中国党、民主行动党、中国中青党，这些都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不当财产处理条例六个委员所提案要规范的一个范围了，所以今天不是在清算国民党，这是这一些我刚刚念的这十个政党全部都在规范里头啊。所以我刚刚看到说内政部啊，这个我们在所提的说这个在附和说国民党，这个只是在清算国民党，这个不是在清算国民党，这是我刚刚念的，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假如这个财产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是在不当财产清理条例里头所适用的一个对象，这大概有一碗东西安呢啦。哦，这六个委员所提的案里面是十个政党都有，这个没有清算谁的问题，这个是历史的问题。哦，那我们借由这个特别法的特别立法的一个规范去处理过去这些任何政党只要涉及到不当财产的这个部分呢、来做一次历史的一个终结，做一次历史的一个处理。哦，这个并不是只针对国民党。所谓的清算之说，这个我第一点、我要续名在先。那第二点啊，这坦白讲，今天的一个询答、我是非常失望，我真的是非常失望。说我们所属的这一个列席的这个官员啊，这个我并不是在讲政务官、我是在讲事务官、你今天来向财政部，这个几乎我听完询答，因为这个当场的议题我非常熟悉啊，听完。这些财产怎么来？争议的部分是什么？处理的过程是什么？我看了、这个国有财产署是财政部是完全都不进入状况。我不晓得说是故意不知道，还是说刚接这个业务没多久都完全不清楚这个财产的一个状况，蒙啥都不知道啊？是故意的呢，还是真的是怎么放下去？我必须。跟我们所属的这个官员很沉痛的表示哈，这个假如说这个新国会了啊，这个跟新政府无关，这是新国会已经这个是新的委员都已经产生啊，这个对于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啊，这个不管是转型正义也好，或者是这些过去的这些问题，假如说你还放着说这个事情就能拖就拖啊，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我要建议你说你要走路，不然你真的还是要调整你的心态。不要再用过去这种因循的这种心态在处理这些历史的这些大家那么在讨论严肃面对的这些历史转型正义的一个问题。你除非你自己做调整，不然我真的是劝你走路，不然你这个工作你会做得很辛苦。我还是要跟很沉痛的跟我们所属的这些事务官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来面对这些问题。这个当然，我们在这现在是面临在修法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我在讲的这个部分是以后修法之后的这些事情，我真的还是很诚恳的跟各位大家来互相勉励的，那我们也在希望说，在修法的这个过程里头，假如有任何的这个意见，不管是说在法律的一个这个立法的一个技术，或者是说在过去的处理的这些经验，能够提供过去各位的一个经验。能够给我们新国会来做参考。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一位委员还没发言？好，郑天才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有请内政部陈部长啊，好，陈部长，还有财政部，还有原住民族委员会，好，请所属的这个同仁上台。政委好，部长辛苦了，哪里？你每天的你是最必须要每天来立法院的部长啊。谢谢。好，这个刚才延续刚才陈超明委员所提的哈，包括我们前面很多的委员所提的，事实上有关所谓的不当党产哈，事实上从这个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了，集全国之力了哈，从这个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当然行政院就很多的部会了，包括尤其是财政部的部长亲自召集而且目前的即将五二零之后就要接行政院院长的林前前部长，包括很多的部会包括各院都投入到投入在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党产哈，当然是集全国之力了哈。那现在要立这个法啊，当然各有各不同的，每一个政党当然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从这个原住民族来看呢，从原住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很敬佩了啊。为什么呢？这个用全国之力啊，当时啊。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陈前总统特别提到传统领域，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当然到现在啊，从这个2000年到现在啊，也十几年了，都没有了哈，还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归还了哈，没有返还，所以。我们就先谈刚才我们有委员提到的哈，这个我们先问这个部那个梅庄啊，梅庄处长哈，这个在原住民保留地已经是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了，到底有没有不当党产？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现有的原住民保留地，因为你服务你。你负责这个业务很多年了，这不当党产其实我们目前都是在查的话，大概就是那个大声一点，民众服务社还有救国团这方面的啊。我们从我们系统上看，大概有两三笔是有合法租约的，但是那个怎么来的，我们是不太清楚。不是，已经亲自咨询，不是新闻了。对，从刚才亲自咨询，还有上一次总咨询的时候都提了，他是不是不当党产？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来讲，它是合法承租的，但是合法承租 有一笔现在是有占用的情形。好，合法承租，那租金的问题是怎么样？租金是不是太低？租金现在是按照合约的规定去计算的哈，是年息不？你们有计算的规定呢、啊？对，年息的3%，但是因为在国家有国家的计算的规定了、啊。有，那是怎么样？是太低是计算错误吗？本身的这个公告地价在原乡就很低，因为它有这个移转限制的问题，它公告地价就低。是公告地价的问题。对，就公告地价是你、是你部长，公告地价是谁负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当地的地方政府。哦，县政府。那个梅总，你要给他讲清楚啊，不然一直1.6块，那到底是怎么样？你查过没有？有。结果是怎么样？那个他的那个，因为他的刚讲的公告地价就很低，乘以那10%年息的3%以后算出来，的确是不是有没有错误嘛？没有错、没有错误，是公告地价对，完全是因为公告地价太低。对，那是谁公告的？就地方政府，县政府每年都会公告，县政府公告的，要讲清楚啊，每年都会公告，不然的话都是你人民会的责任，你的责任呢？不然要处罚你啊。这个部分不是，因为你主管这个业务很多年了。哦，你主管这个业务很多年了，对不对？是，包括陈颖的爸爸也主管过这个业务啊，他是原民会主委啊，那时候就出租了吧？
那这些土地大概都79年以前都租了啦。对啊，所以讲清楚。79年以前都租了。哦，所以你要讲清楚，哦，免得一直以讹传讹，这不好。哦，这个要讲清楚。部长，这个日本国中国中国啊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之前是哪一个政府统治台湾？啊，就是日本殖民。那日本之前呢？是清朝嘛？哦，清朝。对。这个我们的法律啊，不管是土地法还是这个国有产法，对于你在你认为有没有应该是原住民族的土地，结果被国家拿走的？我现在因为大家在所谓原住民在所谓传统领域跟他这个啊这个原住民的土地这方面啊的认知上，我想，但是会被国民党拿去，我想刚才严明会说我没有讲国民党了，我现在讲被国家拿走的有没有？这个如果从原住民的角度，他认为整个台湾是原来是原住民的啊，我们没有那么贪心呢。我们都只有讲这个传统领域嘛，传统领域啊，我们没有说全台湾了、啊。对了，传统领域。哦，我们没有那么贪心了、啊，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果。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一个啊，这个法延期法吧，对，是延期法的关系吧？那个部长，其实哈，要修一个法了。你的主管的法律土地法，你土地法里面规定未登陆地就是国有土地啊，哦，那个国那个财政部的国有财产法，国财产法了，哦，也是这样规定，对，哦，这个财政部是不是这样？原则上先登也可以登记为国有，对，未登陆地就是国有土地，这个就是啊窃占原住民族土地的法源啊。那个杜章美章，哎，处长是，你是原住民呢？是，怎么样？这条条文，没因为这个，你不要再定什么土海法了，啊，就修这条条文就好了。可以接受那个委员的意见呐、啊。请问一下，土海法哈，是因为民国94年，啊，《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之后。那开始有要草拟土海法，是，请问第一次土海法送到立法院是什么时候？96年，几月？应该是在11月。96年11月，对。那时候已经要选举了。啊，97年2月1号立法院就就职了，那时候正好如土如，啊如火如荼的在，选战。好，到时候就送了，把这个土海法看送来。那第二那个呢？第二次什么时候？因为97年是送到立法院了，然后立法院98年又退回来，因为届期不续审。那后来又再送的时间是在100年的时候又再送行政院。100年？100年又送行政院。哦，100年。100年的话几月？100年的11月又送到行政院。还是11月？对，然后101年的7月又再送一次，总共送大概到目前为止送6次啊。严明会真的是要加油，到底是你严明会的问题，还是上面当然还有行政院呢、啊？怎么100年11月送来，101年2月1号立法院又新的任期了嘛，对不对？又是选战如火如荼的时候送来，好、哦，所以你。这个两个途径呢、啊，哈，不当的国产了、啊、哈，不当国产了、啊，啊，说不定是三个途径了、啊，一个当然就是你现在土海法嘛，那土海法现在行政院又送来了，那显然这个我相信呢、啊，民进党不，我至少也有我们。的民进党的委员也提这个，你们现在行政院送来的这个土海法，他们认为这个有问题嘛？那你们现在赶快重新拟新的土海法，
至少把以前的送再检视一下，这是一个途径呢、啊。当然，你们也要去协调内政部，因为现在我跟部长讲没有用啊，部长马上要下台了，啊，协调修国有财产法还是土地法，不应该把未登陆地就视为国有土地，这个起源在这里啊，啊，这个起源在这里，所以这个部分，啊，人民会这边哈、啊、要多加油，这个。要拜托未来的、啊、你是永远的执政党啊，因为你是事务官嘛，事务官就是永远的执政党啊，你要跟你的长官未来的520之后的主委报告啊，第一个土改法要不要重新草拟，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协调这个内政部财政部不要把这个国有土地啊，未登陆地就视为国有土地，这个要修正。第三个，要拜托主委，新的主委能够跟行政院林前院长报告，要向要向这个啊，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针对国民党的党产有这样的一个几千国之力啊，除各院。哦，国家同步要针对不当的国产，哦，要提出要，哦，要返还。我是这样建议了，这个你可以，这个520之后啊，现在没得讲嘛哈，你520之后啊，因为你还是事务官嘛，啊，好不好？是，谢谢委员指教。好，我们啊、今天质询的。最后一位、哦、蔡玉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内政部长。好，部长。蔡委员好。部长你好。今天一整天、哦我相信部长已经、一整天来、哦、大家都在讲这个党产的问题。不过我很遗憾的是，我们在这讲这个党产的问题中，我们一直没有听到部长以及我们相关我们现在行政院所辖各部会的同仁，对于所谓不当党产，政府到底有怎样积极的一个处理态度。我要在这里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的不当党产条例通过之后，这一些党产被认定属于不当党产，但是他在这段期间发生了脱产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行政院的官员难辞其咎。所以我在这里要先跟部长先讲的就是说，我今天来开会的时候，我看到这两本哦。足够的，内底我想讲啊，安尼应该资料真多，所以因为我今天最后一个发言了嘛，所以我有很充裕的时间去把这两本好好的阅读，结果我阅读起来嘞，这两本好玩的资料，他所讲的国民党的不当党产，这也呈现出这段时间以来整个行政部门的一个态度，所有认为国民党的党产只有四种。过去的不当党产，第一个叫做转账拨用的国有 特种房屋以及基地，哦，转账拨用的，那这部分说有处理，哦，监察院之前说有处理了。第二种叫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拨归国民党经营的19家戏院，那这个财政部有提告，结果后来都告输了，所以这19家戏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办法处理，还是在中影公司，这部分没错吧？这个财政部说的为准，财政部说的为准哈。好，那第三个叫做说各级政府赠与国民党的公有土地跟建筑物，这是第三种，说这部分有陆续在做一个回赠啊。第四种的是公哈中广公司接收日产的这个放送协会，这、就是咱做清楚的，好，有包括天马计划，在民进党主政的时候力主这五个案件，交通部必须要提告，
现在有四件胜诉，剩下嘉义民雄的没有办法取得胜诉。这部分部长都没问题吧？没有问题。所以你们认定国民党的不动产就是只有这四项而已吗？剩下都不是吗？他说的那四项主要是根据以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那时候的党产处理的委员会的决定。所以你们认为说在民进党执政时候处理的这四种啊，国民党执政这几年来的卖得剩下都卖得说啊，是这样吗？不，那时候是延续下来，根据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我知道了这个，不过还是以财政部来说比较清楚，因为这个当时是那财政部可以说明一下吗？来来，上来。跟委员报告，我想当初就是因为监察院调查结果提出来说行政要做积极的处理嘛，所以我们才会在1993到1996年的时候积极做清查国民党及赋税组织的相关的。所以财政部这19家戏院全部败诉，现在也都没有做，没有办法处理了。当初19家戏院那在后来行政院那个专那个小组的时候决定是说，我们有针对那时候5家戏院还是属于中影公司所有的部分，对，来做一个价诉讼，做一个建价嘛，优先价钱是谈不拢嘛，优先选择这个新世界戏院来做诉讼的标的。是好，过程是这样子的。对，那告输了。对，这个部分是告输，败诉。败诉嘛。对对。那剩下都不处理了。因为我们其他四家戏院，既然交通部可以。在天马计划中，5个案子5件都提告，4件胜诉，只有1件败诉。那是这次9家戏院一件败诉的，全部撤手都唔过啊，全部都不做了，是安尼吗？因为当初提出的那个5家戏院，那时候还是属于中影公司所有的部分的。其实那个5家取得的那个之前的来源的原因都是跟那个新世界一样。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既然败诉的话，可能那交通部呢？交通部在中管公司接收日常放送协会的状况有不一样吗？不是拢嘛是状况一样，还差点有心无心嘛。所以我要在本席要在这里再强调哈，过去党国不分是在国民党长期威权的一个时代，一个少年人要去看电影，伊唔知影这间电影院是国民党的党营企业。哦，是国民党的党旗企业，他买的一张电影票的一个票根，上面还跟他写了全票200块，外含绕军捐10块。票根按那下，啊，这个绕军捐呢，后边走去对，走去妇联社，走去军友社，妇联会跟军友社。那到现在为止，财政部。你还认为妇联社跟军友社跟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财政部可以说明一下吗？因为这个绕军捐的部分不是我们国三署主政的，所以我说不太清楚。那请内政部长是不是说明一下？这个绕军捐的部分，它是当时这个收缴了以后，我印象中是应该是由是经济部吗？还是财政部？赋税的单位收缴了以后给他，没有经过内政部，没有经过内政部，是是。所以你认为说没有经过内政部，那内政部就所谓的这样的状况，好，拢卡没拢卖供。那我要去讲，部长，妇联社，您大一定顶讲，这叫做政治团体，所以您嘛不爱去。不是啦，因为我咧个人讲，伊妇联会哈，妇联会是迄个1979年的。台进部登记的政治团体啦，对，你讲收这个绕军捐吼，是民国78年以前的代志啦，对，哦，这是而且名也改过，79年也改过，是这个不改过嘛吼，伊过去伊的资产，足侪拢是这绕军捐来嘛，是啦，所以我要当部长，我强调的就是讲，你一个妇联会，一个今麦要有华兴国小，要有正兴医院，甚至他有华视的股权。这一些部长，你们的态度就是把酒杯给扛起来，都要把这样的一个党营的一个赋税组织，甚至党营企业，全部都卖去讨论，就给伊安尼。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没有这样讲，我讲就是说，你们立法院里面在讨论的过程中要怎么定义，我们尊重哦。我们请那个经济部有没有人来？
好，那个经济部。哎，财政部可以先回去。好。我要请问哈，因为今天在讨论这个不当党产，它有太多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而且它的这一些历史背景就是呈现出来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党营企业，从中央投资公司扩衍生出去的这公司，它都有它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所在。包括昨天新闻又爆出来，现在说我们要去停车的都督房是属于中兴电工，中兴电工是国民党的党营企业。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经济部有任何的表示吗？我看不到。所以我就花了 一天的时间，我去查说这样到底这个都督房他跟党营事业有什么关系。那我后来我看到了都督房是中兴电工，那中兴电工呢，他后面又有所谓的盛源投资，那盛源投资又是有夸克投资，那过去的时代有中央投资公司替他做了40亿的一个背书，40亿的一个背书让他通过连带案，所以他这样去看起来。那我要问的，我要问经济部的就是说，这些每一个环节经济部是不是开始要着手调查？不然到时候到底还有多少党营企业会去给酸去，给造去？我这样说我们的，你可以回答一下吗？这样的一个党营企业的一个脉络，从中央投资公司开始衍生出去的，到底有多少公司？那有多少的董监结构？这是这样彼此交叉持股产生的，经济部是不是要喝雷茶？还是要再继续放，然后让他一边卖，然后让国民党人不断的挡，到后来所有的党产全部遁入民间，我们国家的资产就这样不见了，这是经济部应该要有的一个作为吗？我们再去了解，这不是要了解，要开始查了，这个政党打不当党产一旦通过之后，我们希望经济部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马上公布。到底国民党的党营事业还有多少？93年的时候，国民党说有9000亿，那时候他们说很，那时候他们说很得意的呢，我也可以说他说得很嚣张呢，说他涉及到台湾所有的民生、建筑，我们所有的生活起居的东西都跟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是有关的。结果今天他跳出来说，我存166亿，我们政府也买单，有这个道理吗？所以是不是经济部跟内政部这部分可以开始查了吗？你点头代表你愿意查了吗？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党产条例通过之后，我们可以在最快的时间10天内可以吗，把这些党营企业整理出来谈给大家看。告我懂，党产条例通过后有办法吗？会努力了，但时间上这个比较没有把握。要查很快的，要查很快的。这些转投资到底安怎去持有股份呢？你不用跟我说明啊，为什么他们持有股份的背景是怎样？你们怎么讲背景？唔得，你要经历出来嘛。你要经历出来，因为这足侪拢是国家的财产哦。哦，党营这过去吼，国民党到底安怎买的，咱唔知。好，唔得，你要经历出来。台湾人民有知道到底有多少党营事业的一个权利嘛？好不好？希望我们这个部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要有价值一点。好，谢谢。好，这个谢谢蔡委员。我在这边做一些修正，就是说刚刚有在提到说救国团土地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委员会就给这个财政部、教育部跟内政部3个礼拜的时间，原来是说2个礼拜，但是我希望说这个财政部能够就救国团的土地的，包括这些无偿取得、拨用或者是低价购得、或者是
这个低租 取得、哦、等等这个部分先做一个厘清、哦、然后内政部再根据、哦、财政部所提供的资料就他土地分区使用、哦、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在试、哦、法性再做一些厘清之后三个礼拜、哦、还有教育部抱歉刚刚财政部跟教育部、哦、先做厘清之后呢那请内政部就他土地分区使用的这个部分的适法性、啊、作为相关的一个厘清之后这一份报告三个礼拜、哦、送到我们委员会、哦、三个礼拜的时间本来是两个礼拜我们给三个礼拜那另外、啊、我们这个内政委员会也这个函请相关的这个部会提供一些资料、哦、那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资料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列席的官员做一些说明、哦、包括许志雄政务委员在1995年1月6日，当时邀集有关机关召开这一个追讨政党不让取得财产之法律及相关问题会议，里头有做了一些会议结论。好、哦，那其中有一些资料啊，我这个是不是请行政部门也能够提供？哦，他说包括了哈、哦，他的会议结论第二点，哦，在我们的这个第一本的这个参考资料里头的应该是第三页、哦、的会议结论第二项有关透过假扣押假处分取、之保全程序防止政党脱产有法治观点分析在现行有其困难为个别个案情形不同为积极防止政党脱产仍请财政部就个别案件加以整视积极研议是否有申请假扣押假处分防止政党处分党产具可行性之重要个案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当时的财政部这一份报告，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这一个财政部啊，这个国库署能够提供财政部能够提供相关的这个当时你们选了哪些个案啊、哦？那这一份报告啊、哦，过去你们送给行政这一份报告啊，是不是可以啊这个送一份到我们委员会啊、哦？那另外就是当时在1995年。好在第我看一下第这第几页这个是第十我这感觉这里是你们没有按没有整体鞭策吗这一份是第几页14页、啊、在哪里好第14页、哦、有一份资料、哦、主计处所拟清查国民党籍其党营事业赋税组织历年来取得政府各级机关补助资金额工作项目、欸、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资料也请一并提供、哦、那财政部的赋税署、哦、在我们这个第一册的第14页、哦、的第二点、哦、财政部赋税署所拟清查国民党及其赋税组织、哦历年来享受减免捐税资金额工作项目，这个部分也请我们财政部提供。啊、哦，那另外，啊、哦，这个是我们现在过去的人事，在第几页？第17页。啊、哦，第17页，啊，过去的人事行政局，现在应该是人事行政总处嘛，对不对？啊、哦，的第5点。国民党党工人员党职年资并入公职年资计算，历年来国库究竟帮国民党付了多少退休金或资遣费？哦，这个也请这个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哦，我们叫做人事行政总处没有错，哦，这个部分也能够是不是也能够请这个我们行政院能够一并提供？哦，另外一个是在第18页。我们金管会、哦、清查国民党党营事业透过政府向外国银行、哦、所借贷所获利息之优惠金额透过政府向外国银行借贷所获利息之优惠金额这个部分也麻烦请金管会能够一并提供 好差不多了嘛好就刚刚几项这个我们委员会所索取的调阅的相关的这个资料能、希望说行政部门能够尽速提供、哦、两个礼拜
我想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充裕的哈。那这些没有没有，那个救国团是三个礼拜了哈，这个是两个礼拜，因为这些都旧有的资料，既有的这些资料应该很快就可以提供。好，好，那本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哈，那我们这个有关相关议案的这个审查，哦，我们定期继续审查。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散会。